这个男人拥有可契约万物的能力，但残酷的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生物会愿意被人奴役。为了在这个残酷的世界活下去，他打算自己开创一条新的道路，通过自己的能力契约自己，让自己成为自己的召唤兽。张平前世作为救援队员，却因一场事故而死亡。死后的他穿越到了这个有着异化兽和觉醒者的奇幻世界，而这一世的张平也同样觉醒了能力，并且还是只要有生物自愿接受契约宝石，就可以被召唤师所主宰的强大能力。这本该是一个十分强大的觉醒能力，但却有着一个十分明显的缺点，那就是生物 必须完全知情和资源，才能和自己签订契约。张平望着自己手里拿着一块绿色的六面晶体，不禁失了神。这正是他的觉醒能力——契约宝石。望着旁边的苏静瑶，张平立马呵笑道：“苏静瑶，要不要吃糖？我请你。”苏静瑶看了一眼那枚晶体，不禁一脸嫌弃道：“滚！谁会想被你控制啊？”张平闻言立马就直接躺平，无奈道：“开个玩笑而已嘛。”张平想到自己那鸡肋的能力，不由暗暗吐槽了起来。原主就是这能力太废，差点被活活气死。还好有我穿越过来，靠着前世的心理素质，才让这身体挺了过去。见。 张平摆烂，苏静瑶顿时就炸了。世界那么大，肯定会有生物愿意让你操控的。而张平却一脸绝望道：“说的倒容易，除了我自己，还有谁愿意啊？”说到这，张平忽然猛地灵感一闪，升起了一个大胆的想法：“等等，我可以契约我自己啊！之前怎么没想到啊？”紧接着，在苏静瑶一脸惊恐的目光中，张平干脆就将那枚契约宝石直接往嘴里塞去。在吞下晶体之后，一股幽绿色的光芒忽然猛然从张平的体内涌出，敏锐的察觉到身体出现轻微的变化，这种变化难以言述，有点人剑合一的味道，融合的。 过程很快，张平身上的那股微弱的光芒，仅仅只是持续了片刻，就开始缓缓消散了开来。 见张平居然这么鲁莽，并且还出现了奇怪的异象，苏静瑶顿时就有些急了：“张平，你没事吧？”张平见状，连忙摇头道：“没事。”闻言，苏静瑶顿时就松了口气：“以后别这样了，多吓人啊！”随后，苏静瑶便直接起身道：“时候也不早了，该回宿舍了。”说完，苏静瑶忽然顿了顿，再次开口道：“明早我就得去巡防队报道，你不用等我了。”张平闻言，不由神情一致，你真的打算毕业了吗？”苏静瑶很干脆的点了点头，然后抬头望向远方，回应道：“书本上的知识我已经全部掌握了，接下来只有靠实战才能进一步提。” 生自己。说到这，苏静瑶忽然转身朝张平鼓励道：“别灰心嘛，等你哪天变强了，我们说不定还能一起共事呢。”而因为能力无用被学校分配到农民职业的张平只好讪笑道：“得了吧，我还是到乡下种田吧。”一想到要就此分别，张平不由暗暗嘀咕道：“以后估计很难见面了吧？虽然他是原主的青梅竹马，但就这样分别还是有点舍不得，真想给他一个拥抱啊！”在这个念头出现的瞬间，张平的身体忽然不受控制，脱离了意识，直接朝着苏静瑶走了过去。紧接着，张平的身体就猛地张开双手，一把将一脸懵。 逼的苏静瑶给用力的抱在怀中，张平这大胆的行为瞬间就将苏静瑶给弄得满脸通红，而张平的意识也同样震惊，身体怎么自己动起来了？苏静瑶在回过神来后，连忙挣脱了张平的怀抱，快步就朝宿舍走去。见苏静瑶慌乱的跑开，张平连忙开口道：“一路保重啊！”闻声，苏静瑶也身形一转，朝着张平告别道：“你也是。”在告别了苏静瑶之后，张平望着自己的身体，不由暗暗嘀咕了起来：“话说刚才身体不自觉的就抱上去了，我下意识的命令了我自己吗？是偶然吗？” 这个男人才刚跟自己契约完，居然就发现自己所在的学校处处都存在危险。就在刚刚，张平在跟自己签订契约后，忽然发现只是一个无意间的指令，身体居然就自己行动了。随后，张平就开始测试自己能将身体控制到什么程度。在尝试了一些高难度指令后，他又再次尝试让身体使用武术。在经过一番折腾后，张平的身体彻底扛不住了，直接扑倒在地。现在，张平几乎可以确定的是，他几乎可以让身体做出任何动作，但前提是不能脱离正常人的范畴，比如飞行或者变成其他物种。此外，有些动 动作之前没有联系过，也能根据记忆有样学样的做出来，所以理论上来说，现在只要他的体能达标，各类武学都能手到擒来。只要想办法提升体能，就能变强。在休息片刻后，张平便猛地从地上坐起。现在的他还有一个问题需要验证。很快，一夜的时间就过去了。张平在睁开眼睛后，却发现自己并没有在家里。在看了看四周的环境后，张平不由暗暗震惊道：“这里是食堂吗？”就在这时，张平就忽然感觉身体传来一阵剧烈的刺痛望着自己那抖个不停的双腿，他立马就回想起自己在睡前下达了晨跑。 好的命令，张平的双眼不禁微微一亮，嘴角微微翘起，露出一丝笑意，暗暗窃喜道：“身体在我睡着的时间里自己去晨跑了吗？太好了，昨天的设想果然没错，身体在大脑无意识的情况下也能执行指令。”一想到这，张平立马就开始左顾右盼，暗暗嘀咕道：“应该没人注意到我吧？”就在这时，不远处就传出一阵喧哗。张平见怪不怪，在看到那名女子后，他就知道是隔壁班的校花洛诗雨来了。可就在张平准备开始吃早餐的时候，却忽然听到身后传来嘎吱嘎吱的动静。就在张平眼眸一瞥的瞬间，他的瞳孔。 瞬间就猛地收缩。卧槽，那是什么东西？只见距离张平不远处，居然出现了一只两米直立的巨大狐狸，就这么大摇大摆的站在所有人中间，抓起一名女同学，就这样进食了起来。但整个食堂的所有人竟然恍然不觉，就好像并没有发现它一样。望着那个巨大的狐狸，张平顿时就慌得一批。这是什么情况？这根本就不是洛诗雨啊！就在这时，那只巨大的狐狸在经过张平身边时，忽然用沙哑的声音招呼道：“你的脸色不太好啊，张平同学，是不是生病了？”而在常人看来，却仅仅只是二人普通的打招呼，并没有。 任何异常，见张平默不作声，那只巨型狐狸立马就弯下身来，用巨大的爪子按住了他的肩膀，而张平则连忙给身体下令道：“冷静下来，冷静下来。”下一秒，张平就面不改色的摇了摇头道：“没事，只是昨晚做了个噩梦，没睡好而已。”随后，张平就缓缓起身，然后一脸笑呵呵的边走边开口道：“对了。” 待会还有课，我得走了。那幻化成落诗雨的巨大狐狸，立马就锁定了张平，思索了起来。恐惧的味道，是我的错觉吗？而张平在离开了食堂后，不由边走边暗暗嘀咕道：“为什么学校里会有异化兽？没人发现他们吗？难道刚刚是我眼花了吗？”不过张平觉得眼下还是要先跟老师报告要紧，当即他就连忙打开了教室的大门。可一进门，张平的脸色立马就骤然一变，哪怕他两世为人，但还是被眼前的景象给震住。 只见教室内正趴着一只巨大的异形狐狸，正抓着一名女同学在肆意的进食。这惊人的一幕，瞬间就打碎了张平汇报的念头。 这个男人在第二次吞服自己的契约水晶后，竟意外觉醒出新的能力。就在刚刚，张平在发现自己的老师居然也是异化兽幻化的之后，便快步的远离了教室。在来到了天台之后，张平顿时就一脸绝望的哀嚎了起来：“不对劲，这里难道是人间炼狱吗？”卧槽！望着从衣服中掉出的契约宝石，张平不禁嘀咕道：“说起来，我是吃了这玩意之后才看得到异化兽的。不管怎么样，让我恢复正常吧！”当即，张平就直接将那枚觉醒宝石再次往嘴里塞去，希望以此让自己恢复正常。在吞下宝石后，张平与昨天的。 那种人剑合一的感觉完全不一样。这一次他感觉类似于天人交感，整个人仿佛得到了升华。在张平睁开眼的瞬间，他只感觉整个世界都变得明亮艳丽。他看向不远处的地面，敏锐的嗅到一丝血腥的气味，顿时他的眼前就弹出一个鉴定中的提示框，紧接着就出现鉴定成功画面回放的提示。只见那滩血迹上忽然出现一位学生，而一只异化狐狸猛然扑到了他的头上，直接将其当场干翻。在张平看完回放之后，那抹影像立马就开始迅速消散，他顿时就愕然了：我这是觉醒了鉴定术吗？当即。 张平就低头看向自己，在盯了大概一分钟后，突然一行行文字开始浮现在他眼前。召唤兽张平，主人张平，种族人类，等级成长值三星，体力十一，力量十二，敏捷十一，天赋契约宝石，可主宰自愿吃下宝石的任何生物。鉴定数初级，能看到自身具体数值，可对目标进行鉴定，鉴定成功率与双方实力差距有关。望着自己的属性面板，张平不禁眉头一紧，猜测道：这新天赋来的莫名其妙，难道跟我再次吃下宝石有关系吗？为了不引起注意，张平还是回到了教室上。 但他还是连忙开始分析起自己目前的情况。现在我成了自己的召唤兽和契约者，我只受契约者控制，身体和精神都不会受到外界的干扰。因为第二点的存在，任何幻术都对我无效，我因此可以识破异化兽的真身。这些异化兽都是天长狐，并且等级很高，我现在才一级，根本不是对手。而且天长狐靠着认知扭曲这个逆天技能，即使当面进食，在别人眼里也只是两个学生在正常聊天，所以其他人都察觉不到异样。在理清了思绪之后，张平不由暗松了口气。既然是精神控制类的能力，我记得苏静。 瑶的能力也是精神类，说不定他会有办法。放学之后，张平便快步离开学校，他准备去巡防队找苏静瑶，顺便看看城市里到底有多少异化兽。张平走在街上，心中是越发的震惊。他没想到校外也有，并且数量还不少。张平根本不知道天长湖的数量有多少，他立即意识到天长湖恐怕已经渗透整个明珠城了。很快，张平就来到了一座宏伟的大厦前，这就是明珠城的巡防队总部。随后，张平也没浪费时间，直接就来到了咨询台前。负责接待的小姐姐一看到张平，立马就一脸和善道：“您好。” 请问有什么需要？张平在看到接待员后，顿时心头一震，然后面不改色道：“我来找个人，苏静瑶，他应该是今天来报道的。”而化身成接待员的天长湖闻言便点了点头，接着一边查阅记录一边回应道：“好的，请您稍等。”在远离了那只天长狐后，张平立马就开始暗暗分析了起来：巡防队里也有天长狐吗？连高级觉醒者也无法识破他们的幻术吗？就在这时，一旁忽然传来苏静瑶的声音：“张平，你来这儿干嘛呀？”见是苏静瑶出来了，张平便连忙起身呵笑道：“就是有点担心你，你会不适应，所以来看。” 看看你，而苏静瑶则转身开口介绍道：“没事，我来介绍一下，他们都是我的队友，大家都挺照顾我的。”闻声，张平立马就循声望去，在看了一下苏静瑶的队友们后，他忽然有点黯然道：“是吗？那太好了。”可苏静瑶却没有留意到张平那细微的变化，还一脸激动道：“今后我要努力变强，将来外出讨伐异化兽，为我爸妈报仇。”说到这，苏静瑶忽然凑到张平跟前邀请道：“对了，我们还确认要不要我把你妹推到巡防队啊？”张平闻言连忙挠了挠头，拒绝道：“不了，我的能力帮不上什么忙，我还是比较适合去种田。” 随后，张平就直接转身摆手告别道：“看来你适应的不错，我就不打扰你了。”在转过身去的瞬间，张平立马就紧咬嘴唇，将心中的不甘掩盖下来。只见苏静瑶以及他的队友已经不再是人类，全都是由天长狐所幻化出来的。但张平现在根本就不是天长狐的对手，他只好默然离开，在心中暗叹一句：“再见了，苏静瑶。” 这个男人意外发现自己竟是天长湖族群所圈养的储备粮。就在刚刚，张平发现今天才刚去巡防队报道的苏静瑶，居然就已经遇难，被天长湖幻化顶替了。随后，张平在走出巡防队总部后，不禁在心中大吼道：“开什么玩笑？不是说巡防队是明珠城最强的吗？怎么也全军覆没了？”一想到苏静瑶，张平顿时捏紧拳头，不甘道：“苏静瑶明明是今天才刚来的。” 竟然也遇难了。张平虽然心里憋着一把火，但越愤怒反而越冷静。他立即就明白自己眼下的处境很不妙。望着遍布天长湖的明珠城街道，张平这一刻终于明白了。看来天长湖渗透的不只是学校，而是整个明珠城。而明珠城的所有人都是他们所圈养起来的畜生，是他们的粮食。接下来，张平就开始冷静的观察。他通过鉴定术调查到了一些事情。大多数天长湖等级在中高级之间，一到九为初级，十到十九为中级，二十到二十九为高级，三十到三十九为顶级，四十级以上为王者。而拥有大 大量高级觉醒者的巡防队却不敌他们杀害洛诗雨的那只很强。我的直觉告诉我，一旦对他使用鉴定术，就会被锁定位置，所以他恐怕是顶级，甚至是王者级的存在。其他天长狐能越级打败觉醒者，一定也是他造成的。不同于普通异化兽，天长狐的智力很高，且擅长伪装，表面上与人类和谐共处，但那也只是表面上。他们优先下手的目标，要么是潜力大的学生，要么是加入巡防队等关键部门的学生，或者社会地位显赫的人，而剩下的人，则只是他们圈养的储备粮。因为威胁不大，反而不。 不会急着下手。一想到这，张平顿时压力陡增。与天长湖正面对抗，无异于自寻死路。可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无辜民众送死。如果我能变得更强的话，说不定有机会。时间过得很快，一周后，凌晨还没到四点，张平就已经苏醒了。在起床了之后，张平不由打了个哈欠。最近醒得越来越早了，看来体能提升的越多，身体需要的休息时间越短。经过一周的锻炼，张平坚持锻炼体能，等级已经提升了一级。除了锻炼，他每天还会尝试生成宝石，然后吃下宝石，希望能像前两次那样。 获得能力或天赋，但自从他觉醒了鉴定术后，生成出来的宝石都是无色的，吃下去并没有任何效果。但今天张平再次凝聚出一枚契约宝石，不一样的是，这次的契约宝石居然又有颜色了，而且还是紫色。虽然这个颜色让人很没有食欲，但张平还是直接将其吞入腹中，期望着这次能有效果。在吞下宝石之后，张平突然感觉万籁俱寂，似乎整个世界都失去声音，好一会才从寂静中脱离出来。 蟋蟀声、蛙鸣声重新响起，随后张平就连忙对自己释放了鉴定术，属性面板立马就显示：张平等级二，成长值四星，体力十三，力量十三，敏捷十五，契约宝石等级二，等级二觉醒新天赋已触发，夜行者初级，获得黑夜视觉，并且夜晚存在感大幅度下降，行动速度大幅度提升，体重下降，处于阴影处完全隐身。在看完面板后，张平顿时就惊喜道：“果然又觉醒了新天赋，以后能在夜间外出调查了。”在看到契约宝石提升到了二级后，张平不禁猜测到。 这次连契约宝石也升级了，难道跟我自身等级相关吗？一想到这，张平对未来立马就充满了信心。难道说我每升一级就能觉醒一次新天赋吗？那岂不是无敌了？炸了，炸了！ 天长湖首领竟带着一群小弟来到了张平所在的房间。就在刚刚，张平在获得了夜行者天赋后，立马就将天赋发动。在一抹漆黑的暗系能量将他包裹起来后，他不禁咧嘴一笑，道：“事不宜迟，现在就去锻炼，顺便试试新天赋效果如何。”在跑了几圈之后，张平能清晰地感受到视力提升以及体重下降都会有十分明显的感觉。黑夜视觉的加持下，漆黑的环境也变得明亮起来了。就在这时，张平忽然敏锐地发现，操场的草坪上居然躺着一枚亮闪闪的戒指，他的注意力立马就被吸引住。 张平见状，连忙取消了晨跑的命令，然后果断转身走回去捡起戒指。他发现戒指的材质看上去不像特别珍贵，但偏偏做工精细，不像是普通的装饰品。当即，张平就朝着戒指连续发动了鉴定技能。一般的物件鉴定很少失败，在连续失败了十多次后，这才成功的鉴定出来。顿时，一串文字就显示在张平眼前：暗杀戒指，佩戴戒指后，所有生命体都会下意识忽略佩戴者。高级觉醒者以上可免疫。在鉴定成功的同时，张平忽然猛地瞳孔一震，眼前自然而然的浮现出一幅幅画面。 紧接着鉴定术带来的画面回放就开始出现在张平眼中，只见一个身穿白衣、脸上戴着黑色面具的男子，正和幻化成洛诗雨的天长狐在操场上交手。而张平立即就发现，白衣男子手上佩戴的正是自己刚刚捡到的那枚戒指，显然他就是戒指的主人。当即张平就暗暗猜测了起来，常人是没办法看穿天长狐的真身的。洛诗雨在他眼中应该是人类猜对，那他是洛诗雨的仇家吗？只见画面还在播放，白衣男子明显不是天长狐的对手，不但在一个照面间就被斩下三根手指，同时腹部还被重伤。看。 看到这张平立马就开始冷静的分析起来，洛诗雨不可能有仇家，他是孤儿，并且以他的为人不会和人结仇。一想到这，张平不禁捏了捏下巴，开始分析为什么会有人对洛诗雨出手。现如今他只能想到一种可能性，那就是除了他以外，还有其他人在明珠城暗中对抗这些怪物。就在张平思索之际，不远处忽然出现一道天长湖的身影，同时传出一道沙哑的嘶吼：“是谁在那里？”可就在天长湖赶到张平所在的位置时，却发现地上的那枚戒指已经不见了，顿时他就大喊了起来：“戒指不见了，一定有人来过。” 当即，天长狐就开始伏在地上，仔细的嗅着周围的气味。不过他却发现没有任何气息，顿时他就暗暗猜测了起来：怎么可能没有气息？能瞒过我，必定是终极以上的觉醒者。当即，天长狐就连忙远离操场，同时慌张道：“得赶紧通知王子殿下才行。”隐藏在不远处的张平闻声，立马就暗暗分析了起来：原来如此，他们是故意把戒指留在这里的。望着手中的戒指，张平感觉如果现在放回去的话，反而更加可疑，只能先将戒指留下来了。时间过得很快，张平在回到宿舍后，时间已经来到了凌晨的五点半，天色。 已经微微发亮了。张平看了看戒指，不禁有些庆幸，刚才因为天还没亮，夜行者和暗杀戒指完全隐藏了我的存在。看来实力不仅限于自身的力量，也可以靠装备来提升。与此同时，男生宿舍楼内，一群天长狐正朝着张平所在的宿舍快步赶来。而张平的意识忽然出现一阵恍惚，耳边忽然传来一阵熟悉的声音：“张平，躲起来。”闻声，张平的脸色瞬间一变，有些惊慌的朝四周慌乱道：“谁？是谁在说话？”恍惚间，张平仿佛看到了苏静瑶的身影出现在自己的身旁，她的身体朦朦胧胧。 唯有一双眼睛清澈如水，那双好看的杏眼正焦急的望着自己，同时传出他焦急的声音：“他们已经来了。”几分钟后，幻化成洛诗雨的天长湖带着一群小弟，猛地就打开了宿舍的门，悠然走进了张平的宿舍。而时间也仅仅距离张平回到宿舍后，只是过去了几分钟而已。那群天长湖在宿舍转了一圈后，接着走到了张平的床面前，低头平视着正在熟睡的张平。安静的宿舍，这一刻只有张平均匀的呼吸声。幻化成洛诗雨的天长湖在锁定了张平后，立马就伸出了利爪，然后静静的看。 着张平发出了一抹狞笑，是他吗？那就给我去死吧！话音刚落，天长狐奈狭长的狐狸眼忽然微微眯起，然后猛地将左手的爪子高高举起，然后迅速凝聚猩红的能量团，眼看就要对准张平的脑袋砸下。 男人本想去买点装备傍身，可却没想到武器店居然全被天长湖给占据。就在刚刚刚回到宿舍的张平，却发现天长湖首领居然带着小弟找上了自己。为了避免暴露，张平明知天长湖来袭，却依然果断给自己下达沉睡的命令。而天长湖在伸出利爪后，忽然停在张平的脑袋上，暗暗思索了起来。 竟没有一丝情绪波动。这废物若是漏网之鱼，势必会跳起来搏命。而且我也没有感觉到戒指的气息。身旁的小嘎嘎在看到首领收回爪子后，不禁疑惑道：“王子殿下为什么不干掉他？此人天天晨跑，偏偏今天没去，此事定有蹊跷。”而天长湖首领却转身默然道：“不是他，他只是个没有利用价值的食物。”说到这，天长湖首领忽然猛然探出利爪，命令道：“不要随便浪费食物。”小嘎嘎立即意识到自己多嘴了，马上低头垂尾，一脸恭顺，匍匐在地。半小时后，本来还处于熟睡状态的张平忽然猛地睁。 开眼，在确认天长湖已经离开后，张平立即就将嘴中的戒指吐出，庆幸道：“好险，吓死我了！”望着手中的戒指，张平不禁嘀咕道：“我居然忘记了自己会天天晨跑的事，还好刚才命令身体强行睡觉，没露出破绽。”一想到刚刚那熟悉的声音，张平在此陷入了疑惑当中。话说之前好像听到了苏静瑶的声音，是错觉吗？不过旋即张平就摇了摇头，暗暗决定道：“我在多愁善感什么？抓紧变强为他报仇才对。总之，为了不引起天长湖的怀疑，先假装照常生活吧。”随后，张平去食堂吃早餐，而一旁。 旁的学生则开始议论了起来。你听说了吗？今天巡防队在咱们学校旁发现了一具被腰斩的尸体，而且那尸体居然是臭名远昭的黑死星，明珠城第一杀手，上一任城主就是被他给打伤了，最后就上复发英年早逝。张平闻声不由脚下一滞，暗暗思索了起来。腰斩，莫非说的是那个被干掉的白衣人吗？一想到这，张平的脸色立马就凝重了起来。连第一杀手都被轻松干掉，骆诗雨的实力果然深不可测。这次将尸体公之于众，是想警示那些与天长湖作对的势力吗？张平知道之后，天长湖他们肯定。 会加强戒备，当即他就暗暗决定道，得赶紧找几件装备防身才行了。待会上完课就去铁匠铺转转。下课后，张平便连忙从学校中出来，朝着商业区的位置走去。不过，张平在逛了一圈后，却发现城里的铁匠铺似乎已经被天长湖给控制了，而且这些天长湖的等级还不低，鉴定好几次全都是失败。可下一刻，张平的眼前忽然浮现出一个鉴定成功的提示：鉴定成功一百次，鉴定术初级晋级为鉴定术中级。见鉴定术忽然升级，张平的瞳孔立马猛地一缩。异化兽天长湖。 种族异化狐，成长值一星，终极异化兽，等级十五，天赋认知扭曲，能够修改目标生物的认知，并强行使目标无法察觉到异常。这一次天赋升级，竟让张平拥有能鉴定出对方成长值的能力。 男人好不容易找到一家由人类经营的铁匠铺，可却没想到竟会被美女拦路。就在刚刚，张平因为鉴定成功了一百次，意外的将鉴定术提升到了中级，并且新增了能看到对方成长值的能力。不过张平在鉴定术升级后，并没有马上去研究，他知道现在当务之急是要先找一家没有被控制的武器店。随后，张平就路过一家名为“铁之魂”的铁匠铺，里面正传出一名男子的声音：“我这可是上等的好货，你看这纹理和光泽。”说到这，男子忽然一脸得意的挥舞手中的武器，开口道：“看在你也不容易，要是你愿意收。” 我就忍痛给你个最低价，可老者却在呼出一口烟雾后打断道：“你说什么？你说我女儿在等我吃饭吗？”金毛男闻声立马就炸开了锅，他忍不住的怒拍桌子，大吼道：“老东西，你聋了吗？”可就在这时，张平忽然进入到店铺内，然后拿起那柄细剑开始挥舞了起来。在观摩了一会后，张平直接无视金毛男，对着武器就使出自己的鉴定术，顿时一个提示框就出现在张平眼前。华丽的单手剑，品质普通，中看不中用的武器，并且曾经折断过，修复的很差。而金毛男见武器被拿走，立马就伸手想要。 夺回去！同时恼怒道：“臭小子，敢抢劳资的东西！”见此情景，张平顿时就慌了，他连忙出声提醒道：“等等，这把剑会断。”话音刚落，金毛男在抓住剑身后猛的一扯，那柄细剑就直接咔嚓一声，当场一分为二。这下金毛男是彻底炸了。 他立即发动自己的天赋能力，同时大吼道：“可恶，敢坏劳资的好事！”紧接着，金毛男身上就猛然爆发出一阵雷光，朝着张平愤怒地斥喝道：“你知不知道劳资是谁？”下一刻，金毛男身上的衣服忽然被他体内涌出的力量给撑爆，他立即朝着张平摆开架势，冷声道：“劳资可是行医武馆马大师的亲传弟子，看招！”话音刚落，金毛男脚下忽然猛地一动，直接朝着张平飞速袭去。顿时，张平周身就出现五道雷光，这正是金毛男的看家本领——闪电五连击。金毛男的快速移动，瞬间就在张平身边。 形成五道分身，同时朝着他发起猛攻。下一刻，却忽然传出啪的一声。张平仅仅只是随意的扫了一眼，就看穿了金毛男的本体，抬手对着他的脸就是一巴掌。被打趴的金毛男立马就委屈的哀嚎道：“年轻人不讲武德。”而张平见金毛男这么弱鸡，不禁有些好奇的对他使出了鉴定术。姓名：刘保国，种族：人类，成长值：一星，等级：初级觉醒者，天赋：惊天动地，无敌狂霸魂元气，使用任何招式都会自带强烈特效，但只有使用者本身能看到。见金毛男只是个普通的一级觉醒者。 张平便转身摆了摆手，暗暗嘀咕道：“这人是来搞笑的吗？”可金毛男见状，却忽然露出一抹得意的狞笑，敏锐的抓住这个时机，想要偷袭。可身为二级觉醒者的张平，仅仅只是一拳就将他给揍趴。顿时，张平就有些无语道：“还想偷袭我？到底是谁不讲武德呀？”可就在这时，屋外却忽然走进一道人影，望着倒地不起的金毛男，女子忽然饶有兴趣道：“我才出去多久，铺子就变得这么热闹？”说到这，红衣女子忽然朝底下的金毛男摩拳擦掌，冷声道：“你是自己滚，还是让我送你一程？”见此情景，金毛男立。 立马就连滚带爬的朝街道外跑去，而张平也不禁暗暗嘀咕道：“我还是再去看看其他店吧。”可就在这时，红衣女子忽然猛地拦住了张平的去路，开口道：“你留下。”随后女子就上下仔细打量了张平一番，然后直截了当道：“我们聊聊吧。” 这个男人只是练习了一下打铁，却没想到竟意外觉醒新的能力。就在刚刚，张平本想离开铁之魂铁匠铺，可没想到却被红发女强行留住。张平见红发女子居然要跟自己聊聊，他顿时就有些愕然了。聊什么呀？而红发女却忽然猛地凑到张平的跟前，淡笑道：“我一单身的弱女子，每天为了生活奔波，还要照顾因为女儿失踪变得糊涂的叔叔。我看你身体挺好，人品也不错，要不……”而被压到墙上的张平顿时就有些羞涩。你的意思是？话音刚落，红发女立即就一把将张平的头搂住，大笑道：“留下来当个铁匠。” 这样吧，照顾刘铁峰老爷子，顺便帮忙看店，当然包吃包住还有工资。闻言，张平立马就暗暗思索了起来。如果学会了锻造，以后倒是能省不少买装备的钱。而且这家店看样子也没被天长湖控制。当即，张平就果断的答应下来。好，我是要成为铁匠王的男人。红发女见张平答应，立即就激动的给他一巴掌，大笑道：哈哈哈，好小子，不愧是我看上的人。 亲身感受到红发女那强横的力量后，张平不由暗暗嘀咕道：“我还是先从她手里活下来吧。”几天后，铁之魂铁匠铺内忽然传出强姐的声音：“再用力点，张平弟弟。”张平闻声不禁担忧道：“求强姐，我们这样真的没关系吗？”可仇强却毫不在意的满意道：“没事，不会有人来的，很好。” 很不错，望着在认真揉铁团的张平，仇强不由连连点头道：“这就是我们独家技术——和面锻造术，像和面团一样搓揉，让各种材料充分融合。”见张平的制作进度已经差不多了，仇强便干脆的转身道：“你在这等一会我去仓库把模具拿过来，燃料就放在旁边的桶里，千万别让火灭了。”张平闻声立马就点了点头，接着双手慢慢的搓揉。虽然隔着防火手套，但他确实感觉到这团类似于面粉，但又比面粉硬的材料，不同的区域手感并不相同。好一会之后，张平忽然发现炉子的火要灭了，渴望。 望着旁边那两桶材料，他却犯起了难。这些都是燃料吗？为了让炉子的火继续燃烧下去，张平也顾不得其他了，他直接就将那两桶东西全都放到炉子当中。在加入了燃料之后，张平便再次将铁球放回炉子当中继续加热。可就在这时，炉子忽然迸发出无比强烈的火光，显然是赤炼蛇灵和煤炭之间产生了可怕的反应。炉子所爆发出的烈焰极为恐怖，一下子就将张平给吞没掉。感受着烈焰的包裹，张平的意识不禁暗暗嘀咕道：“我这是死了吗？”可就在这时，张平的心脏位置却忽然出现一张诡异的。 嘴巴，而原本包裹在他身上的那熊熊烈焰，竟全部被这张诡异的嘴巴给吞没掉。炉子中的火焰不断冒出，而张平身上的那张嘴则不断的将这些火焰给吞噬。一时间，张平就觉得自己的体内就像熔炉一般，让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燥热。不过，这也仅仅持续了片刻功夫，试炼蛇灵所产生的火焰就全部被吞噬殆尽。而张平那惊恐未定的瞳孔中，隐约间似乎浮现出了火焰。他身上这番惊人的变化，瞬间就让他呆愣在了原地。 这个男人好不容易发现一只低级天长狐，可却没想到却遭到死亡威胁。就在刚刚，张平在练习和面锻造术时，意外觉醒出了新的天赋。在火焰爆发和被吞噬之后，张平不禁有些惊魂未定道：“火怎么灭了？”就在这时，张平能明显感觉自己的心脏在狂跳不止，甚至能清晰的听到咚咚咚的声响。顿时，张平就感觉自己的心脏处奇烫无比，他连忙对自己使出了鉴定术来一探究竟。张平等级三，成长值四星，体力十五，力量十五，敏捷十八，天赋契约宝石三级，三级额外。 效果已触发，新天赋拾火者初级可通过吞噬火焰转化为火元素能量储存在体内，还可以随时释放能量，直至火元素储能耗尽。目前火元素能量一百满值。张平看到自己的天赋面板，不由暗暗震惊道：“成长值又提升了！集合之前的情况，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觉醒新天赋加成长值，升级旧天赋消耗成长值。只要我不断觉醒新天赋，那成长值就是无限的。可是我记得其他人的成长值都是有限的呀，难道只有我能觉醒多个天赋吗？”望着新觉醒的拾火者天赋，张平立马就明白了过来。 あ 刚才是失火者把火灾给吸收了吧？旋即张平就开始暗暗分析了起来。话说回来，我早上就已升到三级，吃下了三级宝石，怎么傍晚才触发宝石的效果呢？难道是需要某种契机吗？就在张平思索之时，仇强忽然打开门进来，讶异道：“怎么回事？屋里怎么成这样了？”在看到已经空了的燃料篓子后，仇强立马就握住张平的手，激动道：“等等，你不会是把赤炼蛇灵给丢炉子里了吧？那玩意会爆炸！都怪我忘了告诉你。”张平见状不禁有些不好意思的：“强姐，那个屋里损坏的费用……”而仇强在把模具放到桌上后，忽然出。 声打断道：“说什么呢？你人没事就好。不过你是怎么把火灭掉的？赤炼蛇鳞燃起的火可不好灭。而张平则挠了挠脑,脑袋，讪笑道：‘那个，说来话长。’就在这时，仇强忽然被炉子上的材料给吸引住了。你这材料融合的这么好，这可是需要极致的高温才能达到的效果呀！随后，仇强就抓起金属团送入模具中，同时夸赞道：‘你小子果然很有天赋，学校真是看走眼了。以你现在的表现，进三大组织绰绰有余。’张平闻言不禁有些疑惑道：‘强姐，大家一直将巡防队、调查队称作三大组织，那第三？’ 的组织叫什么？而仇强没有说话，他先将发红的面团迅速放入模具中，然后用铁锤敲打模具，将模具凸起的部分敲平，再将定型的武器放入水中冷却。随后，仇强一边仔细观察刚打造出来的武器，同时解释道：“明珠城确实存在着第三个组织，但这个组织叫什么，是干什么的，无人得知。”随后，仇强就将那柄刚打造完成的匕首递给张平。对了，张平弟弟，之前你是想买装备的吧？如果不介意的话，就收下这个吧。在接过匕首后，张平立即就发动了鉴定术，美人类，品质优良，可轻松。 对十到十九级的异化兽造成伤害，当即张平就有些震惊道：“这么好的匕首，应该很贵吧？”仇强见状，立马就淡笑一声回应道：“按市面上的材料来算，大概值个十万吧。”一听到这个天文数字，张平顿时就傻眼了，十万可是等于他三年的工资了。顿时张平就望着匕首，一脸震撼道：“卧槽，这是月薪三千的我能收下的吗？”仇强闻声不禁大笑道：“就当是你进步的奖励。”随后仇强便直接转身摆手道：“我还有任务，得先走了。不过你不回学校真的没事吗？”张平闻言连忙摇头应道：“不用担心，我已经提前。” 办好了毕业手续，仇强这才放心的离去，道：“那你照顾好老爷子，他有点糊涂，别让他开门营业了。”而张平在仇强离开后，不禁暗暗思索了起来。虽说这铁匠铺因为不开业，没被天长湖盯上，但刚才动静这么大，难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趁着天黑，用夜行者去周围巡逻一下吧。十分钟后，张平就来到小公园。此时破败的公园内，只有一个小女孩在里面荡着秋千。不过张平一眼就发现对方是天长湖，当即他就使出了鉴定术。让他意外的是，这竟然是一只三级的初级天长湖。在悄然来到天长湖生。 后之后，张平不由紧握手中的匕首，暗暗嘀咕道：“可我一样是三级，我有装备加持，应该可以赢他。虽然城内巡防队完全沦陷，但城外调查队应该没受影响。”一想到这，张平的眼眸立马闪过一丝决然。只要把天长湖的尸体交给他们，说不定就能引起高层的重视。可就在张平准备动手之际，他感觉到背后传来一阵寒意，是冰灵。显然对方是觉醒冰元素控制的觉醒者。紧接着就传来一道冰冷的女声：“你是准备对儿童下手吗？别动，不然我就杀了你。” 这个男人自觉醒后，终于迎来自己和异兽的第一场战斗。就在刚刚，张平本想将意外偶遇到的初级天长虎给干掉，可没想到身后忽然传来一道冰冷的杀意，打断了他的计划。感觉到身后所传来的刺骨寒意，张平立马暗暗震惊了起来。 这个女人等级恐怕比我高很多，我的夜行者天赋加上暗杀戒指，居然都被她锁定。就在张平愣神之际，神秘女子的声音再次传出：“不想死的话，到孤儿院练武场来找我。”紧接着，张平就感觉背后的寒意已经消失，顿时他就暗暗诧异了起来：孤儿院练武场居然消失了。旋即，张平就暗松了口气，看来跟天长湖不是一伙的，不然我已经交代在这里了。随后，张平就来到了附近的一个小公园，暗暗猜测了起来：我是在孤儿院长大的，小时候常在附近的小公园瞎练王八拳，因此给公园取名叫做孤儿院练武场。 那个女人认识我，不然怎么知道我的秘密？不仅如此，她还一直监视着我，所以我刚要动手就被她阻止。她把我引到这里，一定有什么目的。就在张平思索之时，距离他不远处的树林中忽然传出沙沙的脚步声，一只异化兽缓缓从中走了出来。张平在看到那只缓缓逼近的异化兽后，不禁诧异道：“这里竟然有异化兽！”随后，张平就对着异化兽使出了鉴定术。装甲毒尾鼠，种族异化鼠，潜力两星，初级异化兽，等级五，天赋剧毒之尾，体内拥有毒囊，可通过尾巴末端的骨刺释放剧毒，硬化皮毛，皮毛。 宛如装甲，防御力大幅度提升，但也因此敏捷下降。张平在看完装甲毒尾鼠的属性后，立马就暗暗思索了起来。这毒尾鼠比我高两级，慢慢后退应该能摆脱。要回去吗？不过张平还是立即握紧匕首，目光集中在装甲毒尾鼠的身上，暗暗决定道：不能走，现在不解决它的话，明天孤儿院的孩子来公园玩耍就有可能会遇害。两级对五级，虽然有等级差距，但差距并不大，并且有强姐送的优良级武器在手，张平没有过分惊恐，而是准备干掉这只装甲毒尾鼠。毕竟美人类这把武器可以。 轻松对终极异化兽造成伤害，破开初级异化兽的防御肯定轻而易举。张平在将学校里学到对付异化兽的知识点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后，就选择主动出击。他脚下瞬间发力，整个人在黑夜中就像是一头猎豹，径直冲向装甲毒尾鼠。张平感觉自己能赢。他前世看过不少爽文，主角都是刚觉醒就非常擅长战斗，不合逻辑。虽然他没有战斗经验，但他可以命令张平召唤兽去战斗。让张平没想到的是，装甲毒尾鼠忽然猛地跃至半空，身体卷缩成球，并且开始快速旋转，然后朝着他的位置快。 速砸下！装甲毒尾鼠利用它那身坚硬皮毛进行的旋转攻击，让张平找不到攻击机会。他只好命令身体进入防御状态。美人类锋利的刀身立即就挡下了装甲毒尾鼠的攻击。虽然张平手中的匕首锋利无比，但在被装甲毒尾鼠的旋转卸去绝大多数力道后，根本难伤他分毫。张平立马就压力陡增，他的装甲太硬了，得智取才行。 来了来了！隐藏在黑暗中对抗天长湖的神秘人终于露面了。就在刚刚，张平出战异化兽，可却没想到自己竟然破不开他的防御。而装甲毒尾鼠见自己的旋转攻击没办法伤到张平，便利用张平的反击力道，直接反身跃到了不远处的巨石。紧接着，装甲毒尾鼠卷缩,缩的身体猛地舒展开，双眼死死盯着张平。他身上那个毒囊猛然爆发出一阵幽暗的绿芒，毒囊中的毒素很快迅速在装甲毒尾鼠的尾部凝聚。这赫然是他的天赋——剧毒之尾。下一秒，数道剧毒射线就猛然从装甲毒尾鼠的 尾部激射而出，张平见状立即后退，然后就像玩游戏一样，不断给身体下达指令来进行躲避。张平知道自己没法格挡这种蕴含剧毒的攻击，只好脚尖点地，连连后退，快速与装甲毒尾鼠拉开距离。此时，张平不断喘着气，额头已经见汗，他立马暗暗分析了起来，眼睛是弱点，只有那里没有被装甲覆盖，但他卷成一团防御有点棘手，得想个办法瓦解他的姿势。不过一想到自己不久前刚获取到的初级食火者天赋，张平立即就找到了突破的办法。紧接着，张平就下达了命令，让身体使出名拳。 追鼠式，他很清楚，光靠自己的拳头不可能发挥出追鼠的威力，所以他依然没有放弃匕首，但又将明拳中对付小型异化兽的手段用上。明拳是专门攻击下路的招式，针对小体型异化兽。次招是大力沉，讲究以势压兽，就是依着体型优势碾压小型敌人。在连续躲开了毒素射线后，张平立即开始旋转手中的匕首，准备先来一波佯攻。装甲毒尾鼠的反应也很快，面对张平的攻击，他果断再次蜷缩。不过这一次，张平却早有预料，在攻击的同时，他的左手已经开始释放体内储存的火元素。 张平深知装甲毒尾鼠的弱点是元素攻击，在猛然举起蕴含熊熊烈焰的左手后，张平不禁狞笑道：“鼠鼠，你可别生气哦！”话音刚落，张平猛然将手中的火焰爆甩而出，拾火者的火焰缠绕技能立即就命中了装甲毒尾鼠。见装甲毒尾鼠在灼烧下解除了防御状态。 张平立马就再次将火元素覆盖在匕首上，然后笔直瞄准装甲毒尾鼠的眼睛处。下一秒，一道附带火焰刀光猛然落下，刺穿装甲毒尾鼠的眼球。接着，匕首长驱直入，贯穿装甲毒尾鼠的脑仁。而匕首上附带的火元素也紧接着轰然炸开，不断灼烧着装甲毒尾鼠的躯体。随后，张平的眼前就弹出一个提示框，他的等级升级到了四级，体力、力量、敏捷都获得了增长。望着装甲毒尾鼠的尸体，张平不由微微松了口气，暗暗嘀咕道：“果然实战比锻炼升级快多了。”说起来，这毒尾。 主出现的有些蹊跷，城内除了天长湖，不应该还有别的异化兽啊！就在张平思索的时候，他的身后已经悄然出现数道漆黑的能量，正快速朝着他的位置袭去。紧接着，那团漆黑的能量就将张平的脚下给包裹了起来。望着自己逐渐下陷的身体，张平立马就慌了，这是什么情况？随后，张平就感觉自己的脚下一空，身体快速下坠的感觉让他忍不住的发出一阵尖叫声。紧接着就传出啪的一声，张平就落到了一处神秘空间，四周漆黑一片，仿佛坠入了虚无一般。还没等张平回过神来，不远处就。 忽然探出一张玉手，刺骨的寒意再次从中涌出，雄浑的冰元素很快就将张平的身体给缠绕住，然后将他从地上快速揪起。这一切发生的太快了，他根本搞不清楚状况。而那名女子正是不久前阻止张平刺杀天长湖的神秘人。他在将手中的冰剑瞄准张平的脖颈处后，这才开口道：“我给你五分钟，证明你是人类。”闻声，张平立马就愣住了，他不禁暗暗嘀咕道：“这声音是刚才那女人？她要我证明自己是人类吗？”旋即，张平就脸色古怪的暗暗吐槽起来：“我本来就是人类，你让我怎么证明啊？” 这个男人的鉴定术终于再次迎来了升级，神秘女子的身份也因此被张平识破。就在刚刚，神秘女子一出现就将张平给控制住，并且还要他证明自己是人类。张平见女子的要求这么奇葩，他立马就暗暗猜测了起来：难道他也意识到城里潜伏着异化兽，只是没办法分辨，所以才让我自证吗？那我准备对小天长狐动手时，他可能就已经怀疑了。毒尾鼠该不会也是他对我的试探吧？一想到这，张平不禁有点头疼的讪笑道：“可以给点提示吗？”不过毫无意外，女子只是冰冷的吐出一句：“还有四分钟。”张平没办法。 只好对女子使用鉴定术，可没想到却连续失败了二十次都没成功。在还剩余两分钟的时候，张平的鉴定术失败就达到了九百九十九次。鉴定术从中级晋级为鉴定术高级。鉴定术高级可鉴定目标的阵营所属。鉴定术在升级之后，这一次很快就鉴定成功了。姓名刘思善，种族人类，势力扫除队，成长值五星，等阶高级觉醒者，等级二十八，天赋水元素操控，可以通过喝水储存水元素能量，并且可以随心所欲的操控周围和体内的水元素能量。在看完刘思善。 善的属性后，张平不禁暗暗骇然道：“好强，居然有二十八级，怪不得这么难鉴定。而且夜行者和暗杀戒指也对他无效。势力是扫除队，没听说过呀？难道是除了巡防队和调查队之外的第三大组织吗？”就在张平思索之时，对面的刘思善已经等得有些不耐烦了。他见张平默不作声，便皱眉冷声道：“还有一分钟。”虽然张平的记忆里孤儿院内并没有刘思善这个人，但张平可以肯定，如果他是来自那里的话，一定是改名了。当即张平就淡定的开口道：“你会把这个小公园称为练武场？那你应该和我一样是孤儿院。” 的人吧。紧接着，张平就将小时候认识的女孩子一一罗列出来。你是刘头人、刘一手、留学生、刘星宇，刘思思。而刘思善在听到刘思思这个名字后，整个人忽然一怔，紧接着他手中的冰剑就猛然刺出，直接落到了张平的肩膀上。见张平停止，刘思善忽然猛地凑到他的跟前，冷声道：“这并不能证明你是人类。”而张平看到刘思善这种过激的反应后，心中立马就有了答案。刚刚那个反应，看来他就是刘思思了。他比我大三岁，我入读明珠能力学院的时候，刘思思已经毕业，加入了调查队。如果是只有 我跟他才知道的消息，那就是前身小时候有那么几天跟刘思思练过武。当时刘思思一本正经的教他天崩地裂思思无敌拳，他还当真了。紧接着张平就开始舞拳，然后喊出当年刘思思教的拳法口诀：第一式哈，第二式克哈，第三式哈哈哈天崩地裂思思无敌拳。原本冷静从容的刘思善顿时就有些慌张的将手中的冰剑消除掉。张平见状顿时就激动了起来：“你真的是思思姐！”不过刘思善却没有回答，而是指着张平一脸严肃的询问道：“根据学院的资料，你的能力是契约宝石。” 因为无法满足发动条件而被评价为无用级。那么，你这段时间都在搞什么鬼？ 炸了，炸了！化身为洛诗雨的天长湖王子，居然受到了粮食们的挑衅。就在刚刚，刘思善在确认张平是人类后，便询问他最近这些反常的行为到底在搞什么鬼。面对刘思善的质问，张平没有隐藏，而是如实回答道：“在两周前，我吃下契约宝石，成为了召唤兽，且只受自己控制。因此，我能免疫异化兽的幻术，识破他们的伪装。而且，根据我最近的调查，目前城里潜藏着大量天长湖，我怀疑是一个族群入侵了明珠城。他们的种族固有能力是认知扭曲。”还没等张平继续往下说，刘思善就。 一脸激动的将他抓住，同时询问道：“你说的都是真的吗？”张平则直接报出了几个地址给刘思善：乐业街换上早餐店板娘，久安家具老板，龙珠街龙枪长兵器坊中的三个铁匠。说到这，张平忽然又补充道：“还有你刚刚阻止我动手的小天长狐，这几个都是低级天长狐，你可以去核实一下。”刘思善见张平不像是瞎说，当即他就立即转身提醒道：“你在这里别动，我很快回来。”在离开了张平后，刘思善便对着一枚紫色晶体开口道：“金波，你觉得这个消息可信吗？”而身在明珠城外的金波则冷。 冷静的分析道：“首先可以确定的是，明珠城附近从未被发现过这种叫天长湖的异化兽。不过认知扭曲这能力却出现过，也符合张平的描述。”说到这，金波的眼眸中忽然闪过一抹金光，再次开口道：“我已经派人秘密去抓最近的两个，应该快回来了。”就在这时，金波身后的不远处忽然传出一道轰鸣之声。这忽如其来的变故立马就引起了他的注意。再看到几名扫除队的队员正一脸慌张，快速奔逃，金波的脸色立马就严肃了起来：“发生了什么事？”队员闻声立即就加快脚步，同时呐、呃、喊道：“组长，是那个早餐。” 餐店的老板娘刚被带出城就发疯的挣脱，并且还袭击我们。下一刻，早餐店的老板娘忽然猛然跃起，双手成爪朝着金波的脑袋袭去。金波见状却没有丝毫慌乱，他直接使用自己的天赋，同时大喝一声“找死”。紧接着，金波就一拳轰击在老板娘的腹部之上。可最诡异的是，这一拳居然没有任何的声音。不过这一拳的威力却强的惊人，仅仅一拳就将老板娘的躯体洞穿了一个大洞。金波见状，这才冷哼道：“不自量力。”紧接着，老板娘的身体就开始响起一阵诡异的声响，无数缕漆黑的能量开始。 在他的体内一散，在漆黑的能量消失殆尽后，老板娘的躯体就恢复到天长湖的状态。 见此情景，金波立马果断下令道：“看来消息是真的，我们总算搞清楚敌人是什么了。通知另一组人，直接击杀目标。”与此同时，明珠学院内，洛诗雨正慵懒地躺在沙发椅上休息。可就在这时，他忽然察觉到了什么一般，猛地睁开了双眼。在小嘎嘎惊恐的目光中，洛诗雨忽然转身，双目眺望着远处的街道。紧接着，洛诗雨双腿猛地发力一蹬，身体瞬间出现在高空当中，开始扫视整个明珠城。在扫视了一番后，洛诗雨忽然开口道：“月九死了，有人杀了月九，在城外乐业街也死。” 死了一个。就在洛诗雨想要锁定凶手的位置时，却发现对方的气息居然消失了。当即，他就眼眸冰冷道：“能做到快速击杀后马上掩盖气息，还能躲过我的锁定，到底是什么人？”已然气炸的洛诗雨紧咬着牙，长长的耳朵竖起，竭力控制自己的怒气。最后，他依然忍不住发出一声咆哮，恐怖的气浪以他为中心爆发，化作一阵强风，向着周围散开。 女人本想展示全术让张平消费，可谁料这个老六居然偷摸开启学习模式。就在刚刚，刘思善收到了金波所传来的消息，已经确定明珠城中的异兽正是天长狐。很快，张平健身上的束缚被瞬间解开，他立马就询问道：“辨证了吗？”刘思善则点了点头回应道：“不过我们无法确定，你突然拥有识破天长狐幻术的能力，会不会是对方故意设的一个局？所以你只能作为眼线。接下来一段时间，我会暗中保护你，你有什么发现，晚上可以联络我。”而张平则一边活络筋骨，一边笑道：“保护家监是吗？行了。” 只要能解决天长湖，一切都好说。刘思善没想到张平居然如此通情达理，在丢给张平一个东西后，他便开口道：“这个给你，这玉牌是一对的，一块叫冷玉，另一块叫暖玉。遇到火焰覆盖冷玉，我手中的暖玉就会变得灼热。我就知道你遭遇危险，可以立即出手救援。”当即，张平就朝着手中的冷玉释放火焰来尝试一下。而刘思善见状，便再次开口道：“不过我还是建议你加强自身实力，毕竟谁都无法百分百保证你的安全。”一听这话，张平立即就挠了挠脑,脑袋，有些不好意思的开口道：“我也想过找个武馆。” 学拳法，不过那学费我可承担不起。而刘思善闻言便一边离开一边摆手道：“我会跟组织申请经费，你抽空去看看哪家武馆合适。”见有人掏钱给自己交学费，张平立马就连连感谢道：“那太好了，谢谢思思姐。”几天后，张平在街上逛了一圈后，不禁暗暗嘀咕道：“这些天附近的天长湖少了很多，应该都被扫除队的人清理了。思思没告诉我身份，看来还是没那么信任我。若不是我的鉴定术得到升级，能鉴定出目标所属阵营，我还不知道他是扫除队的人呢。”一想到这，张平的眉头不禁皱了起来。不过他们一 一开始是怎么知道明珠城被异化兽渗透？不管了，只要能帮忙解决天长湖就行了。而且一出手就给了一万明珠币，倒是挺大方。就在这时，不远处一个发传单的女子的声音忽然吸引住了张平。学拳吗？有谁要学兽王拳？闻声，张平连忙走到那位拿着宣传单的小姐姐身旁，开口道：“给我一张看看。”只见普通拳法入门五百明珠币，兽王拳前三式三千明珠币，兽王拳中三式三千五百明珠币，兽王拳后三式五千明珠币，兽王拳奥义九千九百九十九明珠币。 顿时他就嘀咕了起来：“这收费还真不便宜啊，而且也不知道适不是适合我。”见张平感兴趣，小姐姐立马激动的推销起来：“绝对物超所值，我们兽王拳的武技在明珠城还是挺有名的。”可张平却看着传单上的价格，陷入到了沉默当中。小姐姐顿时就急了：“你不信的话，我可以演示一下。”随后，小姐姐就一边摆开架势，一边开口道：“兽王拳前三式分别为元王式、巨鳄式、凤爪式。”而张平没有阻止，而是在一旁默默给自己下达了学习的指令。 男人意外发现，刚认识的小美女居然是个成长值高达七星的潜力股。就在刚刚，小美女为了让张平报名学拳，主动表示要给他演练一次兽王拳。而张平在看到兽王拳第一式后，立即就暗暗感叹起来：这兽王拳不论是步法还是招式，都比名拳厉害许多，确实是一套不错的武技。三式对应三种生物，元王式动作多变，无所定型；巨鳄是锻炼指力，大成之后可生丝虎豹。而元王式的动作并不是模仿猿猴的招式，而是一种攻速极快的拳法。拳法有着配套的步法，步伐才是猿王式的精髓。 可张平在看到小姐姐忽然摔倒后，立马就暗暗嘀咕道：“只不过她明显不够熟练，完全展示不出兽王拳的威力。”就在张平搀扶她起来之际，几名小嘎嘎忽然来到二人身旁，冷声道：“谁允许你们兽王拳馆的人在这里发传单的？”小姐姐闻声立马就挠了挠头，一脸不抱歉道：“不好意思，我不知道这里不能发传单。”就在这时，一名金毛男忽然走到二人中间，嘲讽道：“兽王拳这种不入流的武技有什么好学的？我劝你还是来我们行义拳馆吧。”在看清小嘎嘎的长相后，张平立马就惊呼出声：“你是闪电五连跪！” 金毛男闻言，瞬间就炸了。 是闪电五连击，你才连跪。紧接着，金毛男就一脸狰狞的大喝道：“上次铁匠铺的事情我还没找你算账，今天正好。”熊大、熊二给我上！而小姐姐见状，立马就身子一横，挡在张平面前，开口道：“我不许你们欺负他！”而熊大和熊二此时已然发动了自己的天赋，伴随着一声大喝，二人身上的肌肉竟快速的隆起膨胀。见此情景，张平顿时就感觉有些愕然，他连忙对着二人使用鉴定术，只见熊大和熊二的属性栏几乎一样，成长值一星，初级觉醒者，等级四，天赋肉身强化，智力下降百分之。 七十换取一定程度的肉身强化技能，肉身强化最高百分之三十。在看完这个惊人的天赋后，张平的脸上立马突变，智力换肉身强化，你们确定这是天赋吗？而已经将身体强化完成的熊大、熊二显然已经变成了低能，毫无理智的就要朝张平冲去。而张平见面前的小姐姐居然敢以一敌二，当即他就好奇的使用了鉴定术。张杰米成长值七星，初级觉醒者等级三，天赋勤能补绝，学习能力下降百分之九十，任何技能都可以通过坚持锻炼获得提升，每坚持一天同类。 情锻炼成长速度提升百分之十，最高达到百分之一千。在看完张杰敏的属性后，张平不由暗暗嘀咕道：“成长值居然这么高，没想到这张杰敏妥妥的后期大佬啊！”不过现在你这实力帮我出头，不纯粹找虐吗？随后，张平便将手中的那叠传单丢回给张杰敏，紧接着张平就将张杰敏一边推开一边开口道：“这是我的事情，还是我自己来解决吧。”可张杰敏却不依不饶道：“可他们有三个人，你自己应付会吃亏的。”张平闻言立马就发出一声冷笑道：“没事，刚刚你不是演示了元王室吗？正好拿他们练练手，见张 张平以一敌三，居然还敢这么嚣张！熊二立马就飞身跃起，大吼道：“狂妄的小子！”下一秒，熊大刚扑到张平的位置时，却扑了个空。张平一个闪身，手上甩出一记手刀，直接就将他给击晕。熊二见状，瞬间就炸了，毫无理智的开启了猛冲。可张平意念一动，身体立即就使出了元王式第二招，一个弯身肘击，直接就将熊二给轰飞出去。而金毛男趁机再次使出了他的绝招闪电五连击，想要偷袭张平。可谁料张平忽然飞身一跃，抬腿就使出第三式暴踢，在他的致命弱电处。望 望着不断发出哀嚎的金毛男张平，立马就呵笑一声打趣道：“可惜啊，你少带两个人，你那引以为傲的闪电五连跪变成三连跪了。”在收拾掉行义武馆的三人后，张平便干脆转身道：“走吧，带我去兽王拳馆报名。”而张杰敏则有些意外道：“你真的要报名吗？你好厉害呀、啊，只是看了一遍就学会了元王式。以后我有什么招式没看明白，你可不可以教我呀？”张平闻言很干脆的点头表示没问题。张杰敏顿时就乐开了花：“太好了，有你帮我，我一定可以快速变强。”而张平望着张杰敏，不由暗暗嘀咕道：“你有着七星的钱。” 以后最差都是高级觉醒者，甚至有可能成为顶级觉醒者。搞不好以后我要找你帮忙才对。 男人终于亲身体会到兽王拳法的真正威力了。就在刚刚，张平决定跟随王杰敏前往兽王拳馆学习兽王拳法。可张平在来到兽王拳馆后，却发现里面的学员正不断哀嚎着。有人在街口看见教官了。你说什么？教官回来了吗？天啊，不是说教官要过两天才回来吗？该怎么办？我连元王氏一半的招式都还没学会，让你们偷懒，等着受罚吧！哈,哈哈哈！张平见状，顿时就一脸愕然道：“怎么大家都好像很怕教官？你被罚过吗？”而王杰敏立马就捂脸道：“我们的白德教官是出了名的严苛，但凡没有完成任务的。” 都会被重罚。说到这，王杰敏忽然一脸得意道：“我被罚的最多，来了一个多月，连入门拳法都还不达标。”张平闻言不禁暗暗吐槽道：“这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吗？”就在这时，拳馆的大门忽然被猛地推开，而一众学员连忙齐刷刷的站成一排，齐声呐喊道：“教官好！”王杰敏则连忙转身提醒道：“教官来了，快站好！”可白德在看了众人一眼后，便大喝一声：“全体立正，姿势不对，罚跑五十圈！”张平立马就对白德使出了鉴定术。白德，种族人类，势力兽王拳馆，成长值一星，高。 级觉醒者，等级二十五，天赋十行补行。通过吃下食物，相应的改变身体形态，可保存的形态数量与等级有关。目前已保存奔狼形态、狂战雄狮形态。在看完白德的属性面板之后，张平不禁暗暗骇然了起来。 好强，光从等级看，几乎可以跟思思姐一较长短。就在这时，白德忽然来到张平跟前，询问道：“你就是昨天帮忙教训行医拳馆的小子吗？”面对白德逼人的目光，张平只是淡然应道：“是又怎么样？”见张平承认，白德立马就抄起拳头，露出一抹狞笑：“小子，看招！”张平见状，顿时就懵逼：“你这是要干什么？”下一秒。 一道凌厉的拳风猛然袭来，张平在躲开了之后，不禁恼怒道：“等一下！”可白德却没有理会张平的喊叫，出拳的速度反而越来越快。而张平在不断躲闪的同时，还不忘抗议道：“你也太过分了吧！一言不合就对我这个新手出拳！”可白德却猛地使出兽王拳奥义，同时大笑道：“我怎么听说你小子只是看了一遍演示就学会了元王式？”紧接着，白德那恐怖的拳头就暴砸到张平的脑袋跟前。可张平此时已经没办法躲开了，眼看就要被一拳爆头。可谁料下一秒，白德就猛然收回拳劲，然后轻轻敲了敲张平的脑袋，一连。 满意的大笑了起来。 见张平一脸懵逼的模样，白德立即大笑道：“原本我还不信，现在我信了，你小子悟性不错。”随后，白德就瞥了王杰敏一眼，再次开口道：“只可惜给你演示元王室的人是个半吊子，有些步法相差十万八千里。”随后，白德就拍了拍张平的肩膀，满意道：“待会我单独给你纠正一下。”而张平连忙恭敬的行礼道：“多谢教官。”紧接着，白德就哈笑一声，然后转身朝着一众学员开口道：“接下来就该是检验你们有没有偷懒的时候了。”此话一出，学员们立马就开始止不住的颤抖了。随后，白德就散发出强大的压迫感。 大喝道：“全部排好队，不达标的都给我做五百个俯卧撑，外加负重十公里。”张平闻言，顿时就暗暗嘀咕道：“不愧是肉身强化系的觉醒者，训练也是简单粗暴啊！”男人仅仅只是触碰一下稀有的风之宝珠，没想到竟意外激活了新的天赋。就在刚刚，兽王拳馆的教官白德很满意张平的表现，并且表示待会要单独给他纠正。就在白德训话的时候，张平忽然感觉身后有人戳了自己一下，旋即张平就转身，一看到慌乱的王杰敏，他顿时就疑惑道：“怎么了？”而王杰敏则有些不好意思的开口道：“那个教官不。” 不肯多教我，所以一会他帮你纠正后，你能不能私下教教我？张平想都没想，很干脆的就答应道：“没问题。”下课后你跟我一块回铁之魂，我当你的陪练。”闻言，王杰敏顿时就激动了起来：“真的吗？我还担心你会拒绝。”而张平在想到王杰敏那学习能力下降百分之九十的天赋之后，顿时就有些犯难了。望着一脸感激给自己鞠躬的王杰敏，张平不由暗暗吐槽道：“你这天赋技能是用来折磨教你的人的吧？怪不得白德教官不愿意多教你。”时间过得很快，几天后，铁之魂铁匠铺,铺,铺内就不断传出张平的声音，动作错。 错了，重来。而王杰敏在张平的纠正下，不断演练着兽王拳，不断的犯错，不断的重复。在看到王杰敏摔倒在地后，张平不禁捂着脑袋，暗暗嘀咕道：“我将元王室的招式拆成好几个小动作，让他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练，这样才勉强有点效果。不过这兽王拳确实有点门道。这几天练习下来，我隐约觉得等级有提升的迹象。”就在这时，门外忽然传出一道熟悉的声音：“张平老弟，我回来了。”闻声，张平当即就转身开口道：“是强姐回来了，你加油接着练，我去看看。”在张平刚走到门口，就看到强姐正。 自顾自的说道：“可恶，这次差点栽了，不知道什么鬼。外边的野兽和异化兽都少了很多，我们不得不深入北边的山林，最后竟然遇到狼群，还全都是异化兽。”闻言，张平的脸色瞬间就紧张了起来。“那强姐，你没事吧？”而强姐则一边掏出一枚宝石，一边摇头道：“还好，我们用遁地铲藏起来了。那狼群找不到猎物，就去攻击附近的野人了。”随后，强姐就掏出一块绿色的宝石，朝张平开口道：“我趁机渔翁得利，从狼群内搞到一件好东西，来上上手，这玩意真品可不多见。”当即，张平就对这枚宝石使出了。 鉴定术，风之宝石品质稀有，是一种十分稀有且罕见的生物结晶，可以用来储存风元素能量。通过精神引导的方式，可以将能量释放出来，从而形成风刃以及风暴之类的攻击。随后，张平就小心翼翼地接过风之宝石，刚入手他就感觉手心有点凉，他不由讶异道：“这就是风之宝石？”强姐闻声立马大笑道：“你还挺识货的嘛！”就在这时，张平的耳朵忽然听见啵的一声，接着是一片杂音，就像是过去的电视台收不到信号变成雪花平时的声音。然后他就听到许多男男女女的声音不断。 在耳边响起，当即张平就连忙对自己使用鉴定术。张平成长值四星，体力十八，力量十七，敏捷二十一，等级四，契约宝石 LV 四，觉醒天赋风雨者，风雨者初级持有者会随机听到方圆十里内情绪大的声音，无法主动控制。看着新获得的天赋，张平立马就暗暗窃喜了起来。果然是新天赋，跟上次拾火者的情况一样，契约宝石延迟发挥作用了。可就在这时，张平突然听到一阵沙哑的声音：“月十二死了，该死的人类，今天我要多吃两个。”月六，这店里除了王。 杰敏还有一个男的，那男的好像就是在学院宿舍害我们被陛下责怪的那个。闻声，张平的心瞬间一紧，他连忙转身朝殿外看去，同时暗暗震惊道：“什么声音？是天长狐吗？”而那两只天长狐还不断讨论着，他们看上去味道不错，今天中午就吃他们吧。我吃那小子，王杰敏留给你。张平在看到门外后立马一震，他发现铁之魂殿门外站着两只天长狐，他们正看着殿内，就像是挑选猎物一般，正打量着他。 来了来了！垂涎王杰敏已久的天长狐终于出手了。就在刚刚，意外觉醒风雨者天赋的张平忽然听到店铺外的天长狐居然准备要吃掉自己跟王杰敏，而刘思善才刚从浴室里出来，就意外发现自己的那块玉牌正不断冒着热气。当即刘思善就停下手上的动作，眉头一紧道：“不好了，张平有危险！”与此同时，张平的内心已然焦急不已。都过去那么久了，思思姐怎么还没来？张平感觉那两只天长狐很快就会失去耐心，随时可能会进来。他知道那两只都是终极天长狐，就算加上强姐也完。 完全没有胜算。而强姐见张平的脸色忽然变得难看起来，立马关切道：“你怎么了？没事吧？”为了不让强姐担心，张平连忙转身开口道：“对了，强姐，你刚回来还没去看刘叔呢，要不你先上楼陪陪刘叔，我去买点菜给你们做饭。”闻言，强姐忽然一把抓住张平的胳膊，开口道：“那你抓紧，我可好久没吃你做的菜了。另外，风之宝石我先拿走了。”在拿回了宝石后，强姐便转身催促道：“别让我等太久哦。”而张平则边走边暗暗嘀咕起来。 趁现在带着王杰敏先离开这里，免得殃及强姐和刘叔。很快，张平就来到了锻造室。王杰敏见张平回来，连忙询问道：“张平，你看我这动作对不对？”而张平忽然一把冲到他身旁，抓起他的手就往外跑：“别出声，先跟我走。”可就在这时，早已经在门外等待许久的两只天长狐终于出现，拦在了二人跟前，同时用沙哑的声音狞笑道：“你们俩这是准备去哪？”张平见状，顿时就在心中暗道糟糕，他连忙就停下脚步，然后迅速命令自己冷静下来。而没办法识破天长狐伪装的王杰敏忽然激动道：“爸妈！” 你们怎么来了？而张平则下意识地拦在他跟前，阻止道：“别过去！”见张平的反应这么激动，王杰敏连忙解释道：“张平，他们是我爸妈，没事的。”张平闻言便没再说话，而是果断使出了鉴定术。两只天长狐的等级赫然都高达十六级，达到了终极异化兽的水准。那两只天长狐见张平居然拦住王杰敏，立马就有些恼怒了：“灵敏，你身边这位是谁啊？怎么好像很怕我们？”被拦住的王杰敏闻言连忙解释道：“他是我拳馆的朋友。”而众人没有注意到的是，一股漆黑的能量已经悄然从地下冒出。紧接着，张平脚。 下的黑暗能量就迅速窜起，将二人包裹在其中。和王杰敏的惊慌失措不同，张平顿时就暗松了口气，暗示空间太好了，思思姐来了。下一秒，那股能量就快速旋转，在二人脚下形成了一个黑洞。天长狐见状，立马就飞扑了过去，同时大吼道：“不好，他们要逃！”而张平见状，立马冷静的一把抱住王杰敏，同时转身大喊道：“别管他们，快抱紧我！”在张平二人坠入密室的同时，向二人飞扑而去的两只天长狐也紧随其后，一起坠入黑洞当中。望着距离自己仅仅只有数米的利爪，张。 张平顿时就脸色一变，在心中暗道不妙，不好，他们跟上来了。 出手了，出手了！身为清除者的刘思善终于出手了。就在刚刚，张平虽然带着王敏杰坠入了密室空间，可那两只天长狐依然紧追不舍，追击着张平二人的天长狐在靠近张平的瞬间，果断挥下了利爪。而被护在身下的王杰敏见张平忽然发出一声痛苦的惨叫，他顿时就急切了起来：“张平，你怎么了？”紧接着，密室内就发出砰的一声，四者同时坠入洞中。转眼之间，他们就落在了暗室内。不过张平很果断的就跟天长狐拉开了距离，双方都矗立在原地等待时机。见张平那副严阵以待的模样。 以及背后那触目惊心的伤口，王杰敏顿时就有些慌了。张平，你没事吧？而张平的眼眸紧紧盯着前方，缓缓点头道：“还好。”而王杰敏见自己的爸爸居然出手伤了张平，立马就大喊了起来：“爸，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而张平见状，连忙伸手一横，斥喝道：“别过去，他们是异化兽。”此话一出，天长狐顿时就有些意外的狞笑道：“竟能识破我们的伪装，那就更留你不得了。”话音刚落，两只天长狐立即就脚下一蹬，以极快的速度扑向张平。面对天长狐的森森利爪，张平只能利用手中的武器格挡，同时。 在心中暗道，好快的速度，根本躲不开。这就是等级的差距吗？与此同时，伪装成王杰敏母亲的那只天长狐已经找上了王杰敏，而王杰敏识破不了天长狐的伪装，只能任由天长狐接近自己。天长狐的利爪逐渐在接近王杰敏，那狰狞的巨嘴也已经想着他张开，可他却并不知道自己已然陷入了危机当中。而张平独自抵挡高自己十多级的天长狐，也已经十分吃力。照这样下去，他也撑不了多久，就会成为天长狐的口粮。就在这时，一道熟悉的声音猛然在空旷的密室内响起：“张平，让开！” 开。紧接着刘思善就迅速出手，他周身有寒气环绕，一道冰凌迅速从他脚下蔓延而出，眨眼之间就洞穿了王杰敏跟前的那只天长狐。紧接着冰凌就再次蔓延而出，在来到张平身旁后，忽然猛然拔地而起，森寒的冰锥轻而易举的就将压制张平的天长狐给洞穿。紧接着刘思善就猛然从原地冲出，在催动体内元素之力的同时，迅速挥舞手中的冰剑。下一秒，快速移动的刘思善就像一道寒芒一般，在两只天长狐间飞速穿梭。随着他手中冰剑的挥舞，两只被洞穿的天长狐没有。 有丝毫反抗能力，就被刘思善轻易的斩落脑袋。在解决掉那两只天长狐后，刘思善就消散掉周身的冰元素，同时开口道：“你们没事吧？”而王杰敏望着倒地不起的父母，立马就疯狂大吼起来：“为什么？为什么你要杀我爸妈？”张平见状，连忙出声提醒道：“王杰敏，他们不是你父母，只是披着你父母人皮的天长狐。”可王杰敏根本不相信张平的这番说辞，他满脸痛苦的疯狂摇头道：“不可能，你骗我！他们明明就是我爸妈！”当即，张平就连忙扶住痛苦的王杰敏，同时询问道：“思思姐，为什么天长狐没有醒？” 显露真身，刘思善则猜测到城内可能存在王者级天长狐，强化了族群的幻术天赋，所以即使是低级的狐狸也能瞒过高级觉醒者。而我们之前猎杀的那些，也是在城外才会显露真身。闻言，张平的眼眸立即就闪过一丝决然。这样的话，看来只有我能揭开他们的伪装了。随后，张平就走到那两只天长狐的身旁，然后缓缓伸手将覆盖在天长狐脸上的人皮给撕下。在撕下了人皮后，张平这才再次开口道：“王杰敏，这两只异化兽杀害你的父母，并且伪装成了他们，这就是真相。”而王杰敏。 做梦也没想到，平日里跟自己密切接触的父母，竟然是两只天长狐所幻化的。而那两只天长狐在失去了人皮面具后，立即就显露出了本体。见此情景，本来还不相信张平的王杰米，立即就落下了痛苦的泪水。他不禁满脸痛苦的喃喃道：“怎么会？怎么会这样？” 炸了，炸了！天长湖王子要出手对付活跃在黑暗中的扫除队了。就在刚刚，在扫除队出手清理天长湖后，城主府这边也开始了动作，以化身成洛诗雨的天长湖王子为首，底下集合了密密麻麻的天长湖。洛诗雨坐在主座位上沉吟了片刻后，忽然开口道：“这一周，里死了九名同胞，看来人类已经找到破解幻术的办法。”一只贴着妩媚女子人皮的天长湖立即开口道：“殿下，干脆我们直接杀光所有人，接管这座城市。”一旁贴着胖子人皮的天长湖则反驳道：“那我们以后吃什么？吃草吗？”一时间。 天长狐们纷纷加入了讨论，很快又从讨论变成了骂战。眼看骂战渐渐要升级为打架，洛诗雨这才大手一挥，命令道：“安静！”紧接着，洛诗雨的眼睛微微眯起，一股凶悍的气势笼罩整个城主府。愚蠢！杀光所有人类不现实，而且浪费食物。当务之急是把暗处的家伙引出来，再逐个清除。不知副城主可有对策？话音刚落，城主府里唯一的人类副城主黄泽明连忙恭敬的弯身道：“王子殿下，我们或许可以引其他种族进来，把明珠城的水搅浑，然后集中清理掉一部分人类中的强者。” 骆诗雨闻言不由眉头一挑，道：“你怎么确定他们还在城里？”黄泽明当即就满脸坚定的点头，解释道：“三大组织除了巡防队和调查队，还有一个队伍。当初城主被王重伤，负伤而逃，我怀疑他就藏在那个组织之中。我很清楚他不会离开城里，肯定在等待我们露出破绽。”底下那两只胖瘦天长狐闻言立马就附和道：“殿下，我觉得引其他种族进来这个主意不错，我正好想换个口味。”而骆诗雨在满意的点了点头后，便从王座上缓缓起身，朝着底下边走边开口道：“那就把明珠城的水搅浑。不过如今王还……” 在沉睡当中，说到这，洛诗雨忽然停下脚步，冷声道：“虽然你帮助了我族，但你若敢有什么小动作，我一样会杀了你。”说到这，化身成洛诗雨的天长湖王子忽然爆发出一股肃杀之气，告诫道：“希望你搞清楚自己的位置。”黄泽明闻声，黄泽明立马就扑通的跪倒在地，连忙恭敬的回应道：“属下不敢，属下穷尽一生奉献于明珠城，可惜城主无能，明珠城迟迟,迟得不到发展，属下只希望明珠城能被强者接管。”说完，黄泽明那低着脑袋，忽然微微抬起，那卑微的眼神中猛地散发出冷光。 嘴角也逐渐上翘。与此同时，王杰敏望着地上的番茄酱，整个人都陷入到了绝望当中。在明白自己的双亲早已经被天长湖所杀，并且还被天长湖幻化身份，他这下彻底是绷不住了。痛苦与自责让他止不住的嚎嚎大哭起来：“爸妈，对不起，对不起！要是我能够早点察觉的话……”可就在这时，一旁的刘思善却忽然出声打断道：“就算你提前发现，又能做到了什么呢？”张平闻声连忙捅了捅他的肩膀，提醒道：“别说了，思思姐。”而知道自己实力低微的王杰敏立马就大吼道：“够了！说到底都是我的错，我太……” 弱了，我这种人连最简单的拳法都学不好，为什么这种事会发生在我爸妈身上？为什么死的不是我？张平见状却没有说话，而是缓缓朝着王杰明走了过去，紧接着张平就猛地蹲下身里将王杰明给一把拥入怀中。 开始了，开始了！针对天长湖的剿灭计划终于要开始了。就在刚刚，张平见王杰敏陷入到了失去双亲的痛苦中，便果断将他拥入怀中以作安慰。张平很明白王杰敏这种自责和无力的感觉，他在抱住王杰敏后便开口安慰道：“听着，这不是你的错。我和你一样，也有个对我很重要的人，但却被巡防队的天长湖给杀了。我总是不禁会想，如果那天阻止他去巡防队，是不是就不会发生悲剧了呢？但我心知肚明，即使回到过去，结局也不会发生变化。去巡防队是他的梦想，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止，没人能改变注定。” 定的是这一切并不是你的错，但是你可以改变未来，可以变强，保护其他重要的人。我相信你爸妈在天有灵，也一定会替你感到高兴的。在听到张平的这番肺腑之言后，本来深陷绝望的王杰敏终于不再自责。谢谢你，张平。见王杰敏的情绪稍微好转，张平便再次开口道：“至于城内的这些怪兽，相信我，我一定会把他们彻底消灭。”可下一秒，他的话还没说完，就猛地朝王杰敏喷出了一大口番茄酱。张平刚才命令自己的身体强撑，可没想到只能持续这么一小会就倒下了。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昏睡后，张平。 这才缓缓睁开了双眼，见张平终于醒了，王杰敏的脸色瞬间就激动了起来。太好了，他终于醒了！而张平在清醒后，立马就起身询问道：“我睡了多久了？”一旁的刘思善见状，连忙提醒道：“别乱动，小心伤口又裂开。”就在张平懵逼之时，王杰敏忽然一把抓住他的手腕，坚定道：“我决定了，我要变得更强，然后跟你们一起消灭天长湖。”望着恢复精神的王杰敏，张平不禁呵呵一笑，道：“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一起加油！而刘思善闻言却忽然眉头一紧，建议道：“王小姐，现在你的家已经不安全了，我建议你先在这里住下。你们两个待在一起，我也好保证你们的安全。”然而就在这时，张平的风雨者天赋忽然启动，城主府里的对话全都被张平的天赋给窃听到了。张平很确定那道声音就是洛诗雨的，当即他就连忙开口道：“思思姐，天长湖有情况。”片刻后，张平便将刚刚听到的全部都告知给刘思善，当即刘思善就开始分析了起来。黄泽明他是明珠城的副城主，出现在与天长湖的对话中，且自。 称属下，说明他极有可能已经叛变了。至于所谓的王，能够强化族群的幻术，并且让顶级觉醒者都无法识破，那必然就是天长湖之中的王者了。说到这，刘思善立即朝张平示意道：“既然他们的王在沉睡，那现在就是我们反攻的好时机。”张平，我们需要你配合识别天长湖。”张平立马就严肃的点了点头，表示没问题。而扫除队基地内，在刘思善把这个信息穿回去后，扫除队的三名队友也开始行动了起来。金发女曼尼不禁边走边抱怨道：“之前让我开启密室，现在又要打开天幕，思思可真会。” 使唤人，一旁的陈洛薇似乎对此习以为常，也没有多说什么。在进入到了密室之后，许杰忽然提醒道：“曼妮，你不来一点咖啡吗？这次估计要很久哦。”而曼妮直接摇头拒绝道：“不用，我刚喝过了。”片刻后，许杰就率先走入一个神秘法阵当中，开始发动自己的天赋，同时开口道：“那我们就开始吧。”阳光充能完毕，随着组合技幻光天幕的发动，一道黑幕很快就从法阵中涌出。曼妮的能力是黑幕，陈洛薇的能力是光影幻变，许杰的能力是太阳充能，三人的组合既可以为刘思善提供最大的保护。 副作用在幻光天幕启动的瞬间，以明珠城中心开始，一道看不见的黑幕缓缓落下，转眼就将整个明珠城给全部覆盖。接着，黑幕出现各种画面，黑幕迅速被画面填满，黑幕形状逐渐变化，画面也跟着变化，整个明珠城在这一刻开始变得不一样了。 出手了，出手了！扫除队的强者终于出手了。就在刚刚，扫除队结界组联合发动的秘术幻光天幕已经悄然覆盖了整座明珠城。经过这段时间的合作，扫除队总算愿意透露部分情报给张平。扫除队作为明珠城内最神秘的组织，他们的职能是当明珠城即将遭受灭顶之灾时挺身而出，为明珠城荡平污秽。作为明珠城的底牌，扫除队经常需要进行秘密行动，而支撑他们行动的则是队内的特殊机构结界组。据思思所说，结界组有三名主要成员，组长曼妮，能力是。 黑幕，先前张平多次进入的暗示空间就是他的手笔。许杰的能力为阳光充能，通过吸收阳光为队友提供持续战斗的能量。陈洛威能量为光影幻变，通过改变物体表面光影的颜色实现隐形。三人联合可发动幻光天幕，能将天幕内王者及以下生物无缝拉入暗示空间的里世界内，还可以随意修改里世界的景象迷惑对手，是结界组的最强手段。既然天长湖通过扭曲认知来悄无声息的杀人，那我们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第二天，明珠城照常运转，没有人意识到明珠城已经发生。 变化。月一和月二从城主府走出，他们负责为城主府里的其他天长湖提供食物。再走了一会后，月一便有些不耐烦了。月二，要不我们就在这里挑几个带回去吧。可月二在扫视四周后，便摇了摇头。最近城里不太安全，还是谨慎点好。走着走着，月二的脚步忽然猛地停了一下。月一见状，立马就跟着停了下来。月二看着往来的行人，突然开口问道：“月一，有没有感觉哪里不对劲？”可月一却没好气道：“哪有什么不对劲，我看你就是疑神疑鬼。”可下一刻，月一忽然敏锐的发觉四周的变化，目光瞬间变得阴冷了起来。 见原本热闹的街道变得空荡荡的，月一的脸色瞬间凝重了起来。话说人都到哪去了？就在这时，两只天长狐身后忽然响起一道破空之声，一个闪烁着金芒的拳头已经悄然袭到了他们的身后。显然，这两只天长狐已经进入到了幻光天幕中，成为了扫除队的猎杀对象。紧接着就爆发出一阵轰鸣之声，金波一拳直接爆砸在天长狐所在的位置之上。烟雾散去后，金波望着空荡荡的地面，不禁有些失望，真可惜没能一拳干掉你们。而月一立即就反应了过来，最近在明珠城杀死我。族。 毒的就是你这家伙！当即，月一和月二就摆开战斗姿态，狞笑道：“竟敢这么明目张胆的对我们发起攻击，就不怕被我们叫增援吗？”根据张平的情报，这两只二十五级左右的天长狐，等级高达三十二级的金波，感觉自己足以应付。他立即就开始催动能力黄金之血，同时冷笑道：“要不你叫一个看看！”见金波这么狂妄，月一和月二立即就朝着他飞速袭去。而金波全身肌肉鼓起，身上不断冒出丝丝电光，显然已经完成了黄金之血的变身。下一刻，月一就率先出手，而金波一边用右手蓄力，直接干脆伸。 出左手来格挡，可让金波意外的是，一抹金色的液体忽然从他体内溅出，自己竟然被伤到了。开始了，开始了！扫除队的最强战力终于展现出真正实力了。前不久，金波才刚跟天长湖开战，却没想到自己却忽然被伤到了。 见金波这么弱，月二立即就冲到他跟前，大喝道：“区区食物也敢嚣张！”而金波见自己明明抬手格挡，可肩膀上却再次出现伤口，他立马就有些愕然了。而月一和月二见金波只会抬手防御，顿时他们就开始互相配合，发起一波激烈的猛攻。见金波毫无反抗之力，月一顿时就得意了起来。就这种水平，真不知道那些同类是怎么被杀的。话音刚落，金波猛然一步踏出，闪烁着金芒的拳头全力轰在月一的脸上，月一直接就被这一拳给轰出数十米开外，身体重重的撞击在街上的混凝土上。金。 金波这才冷笑道：“现在你知道了吧？”而一旁的月儿见状，立马就怒了，他直接飞身跃起，飞速抬起巨爪，同时愤怒的咆哮道：“滚蛋！我要你的命！”下一秒，月儿的利爪在即将就要触碰到金波的时候，却猛然停了下来。虽然金波没办法看破天长湖的伪装，但他却凭空抓住了天长湖的手，默然道：“原来如此，虽然看不到，但你们的体型我大概搞清楚了。”紧接着，金波手上猛然发力，天长湖立马就爆发出一声哀嚎，手骨瞬间被捏到断裂。而金波则毫不在意道：“这能力偷袭确实很强，但正面对抗也不过如。” 如此，见自己不是金波的对手，月二立即大吼了起来：“月一，快救我！”而刚刚被甩飞的月一闻声，立马就飞身一跃，再次朝着金波袭去。可金波见状却丝毫不慌，反而转身露出一抹冷笑：“来的正好。”下一秒，金波直接抓起月二的身体，手上一甩就将月二给砸在月一的身上。紧接着，金波脚下猛地一蹬，身体以极快的速度飞跃到他们的身后，然后金波快速抬起腿来，浑身的能量朝着那根粗腿凝聚起来。金波的这一腿直接命中了两只天长狐，地面立即就爆发出一阵轰鸣，两只天长狐直挺。 挺挺的被爆砸在地面之上，不过天长狐的生命力异常的顽强，这一脚还不足以秒杀他们。本想呼叫支援的月二忽然艰难道：“为什么感应不到同类？我们中计了。”接下来的战斗显然已经毫无悬念了。金波很果断的再次出拳，而天长狐此时已然无力抵抗。金波不断的疯狂的出拳，仿佛要将这段时间积攒的所有怒气都发泄在这两只天长狐的身上。张平看着像是被炮弹轰炸过十多轮一样的街道，他不禁出声惊叹道：“炮强！”而刘思善则淡笑一声回应道：“毕竟金波是我们战斗组的组长，而金波的形象。” 却让张平止不住的笑出声。不过他的造型很难让人不联想到超级赛亚人。此时的表世界一切如常，人们并没有发现扫除队的动作。就在这时，刘思善忽然接到一条紧急消息：刘思善，我是石白。城外异化兽由于未知原因开始聚集暴动，他们若是在这个时候进入城内，恐怕会增加幻光天幕的负担。你去城外调查一下情况。如果你担心张平，那就带上他，正好可以锻炼他的实战能力。之前他指认的天长湖已经记录过了，我会安排战斗组去解决。而刘思善在将情况告诉给张平之后，张平。 立即就暗暗思索了起来。之前强姐遇到风暴狼聚集成群，是不是也和这事有关系呢？就在这时，刘思善很干脆，直接转身道：“走吧，张平，随我出城。铁匠铺那边我会派人保护的。刚刚那位是我们的首领，任务结束后你会和他见面的。” 出手了，出手了！实力不详的刘思善终于出手了。就在刚刚，张平在好不容易解决掉一只子弹兔后，却意外遭遇了暴动的兔群。而张平在看到拾火者天赋储量已经见底后，他不禁心头一突，糟了，刚刚那一击把储量用完了。而密密麻麻的食水子弹兔不断涌出，无数双红色的眼睛正看着张平。显然，这么庞大的数量根本不是他所能应付的。当张平看到眼前那强壮无比、比一般子弹兔要大上几圈的子弹兔首领时，他顿时意识到情况不妙。紧接着，张平就连忙开始在身上摸索了起来。对了。 这点火元素储量还是能激活一下玉佩求救的。眼下这种情况，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才是最佳选择。不过那群子弹兔却并不打算就此放过他，在他转身逃跑的瞬间，就涌出十多只紧随其后。张平此时已然慌得一批，他连忙命令身体全力跑路，同时用仅剩的一点火元素去燃烧玉佩。虽然张平的速度不慢，但子弹兔却更胜一筹。仅仅片刻功夫，他就被子弹兔给拦住了去路。没办法的张平只好停下脚步。他在发现身后那群子弹兔也已经逼近了之后，不禁眉头一紧道：“不是吧，他们还懂前后？” 包抄的战术吗？眨眼间，张平就被子弹兔给围在了中间。虽然这些子弹兔看起来人畜无害，但他知道自己这次麻烦大了。下一刻，数十只子弹兔忽然齐声发出一阵嘶吼，同时朝张平发射出具有强烈腐蚀性的石水。眼看自己是躲不掉的，他连忙蹲下身来护住头部，打算先用衣服撑过第一轮攻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坚实的冰墙猛然拔地而起，将张平身后的酸液给全部挡了下来。看到这面冰墙的出现，张平立马就激动地起身开口道：“果然是你，思思姐。”而刘思善也没有废话。 抬手就开始催动体内的水元素，他没想到子弹兔居然也暴动，眨眼间被刘思善释放的水元素就形成了巨浪，哗啦啦的朝着子弹兔群奔涌而去。巨浪在刘思善的操控下，很快就轰然落地，巨大的冲击力瞬间就将兔群给冲散。刚刚还凶悍无比的子弹兔群，这一下彻底的慌了，被吞没在巨浪中，完全丧失了行动能力。紧接着刘思善就猛地打了个响指，身上的元素之力再次被催动，原本奔涌的水元素在这一瞬间就开始迅速结冰蔓延，被巨浪吞没的子弹兔立即就被冰冻住。见此情。 张平顿时就暗暗骇然了起来，好厉害！刚才我光是对付一只就用尽全力了。见场面控制住后，刘思善这才开口道：“我才离开多久，怎么突然冒出来这么多？”而张平则两手一摊，无奈道：“我也不知道啊。”就在这时，不远处再次传出叽叽喳喳的声响，刘思善的脸色瞬间就变得不耐烦了起来，没完没了，来多少只都一样。话音刚落，刘思善的意念猛然一动，一柄由寒冰凝实而成的长剑瞬间凭空浮现。虽然兔群的数量巨大，但他也并没有一丝慌乱。 出现了，出现了！神秘的御兽家族朱家终于露出水面了。就在刚刚，刘思善在解决掉数十只子弹兔后，却发现兔子居然再次袭来。 可让刘思善意外的是，这些兔子却没有朝他发起攻击，而是不断冲撞着冻结子弹兔首领的尖兵，似乎是想要将他解救出来一样。见此情景，刘思善不禁暗暗思索道：“是因为那只首领吗？可是他应该已经死了才对。”完全不顾周围发生什么事，就好像被什么东西吸引一样。不过刘思善也没再多想，直接抄起武器就开始发动能力，释放元素之力。眼下正是收拾这群兔子的最好时机。不断冲撞尖兵的兔群一下子就沦为了靶子，冰剑所过之处都带起一条血线，脆弱的子弹兔根本扛不住刘思善的一剑，仅。 仅只是片刻功夫，B 级的兔群就被刘思善给轻松收割掉。随后，刘思善望着那只被冰冻的子弹兔首领，暗暗嘀咕道：“如果我猜的没错，答案就在这只子弹兔的体内。”当即，刘思善就快步走到子弹兔首领跟前，伸手按在坚冰上解除掉元素控制。顿时，那层坚冰就开始分崩离析，从外部开始崩塌消散。随后，刘思善就弯身在那堆碎冰中开始仔细翻找，似乎引起暴动的原因就在其中。好一会之后，刘思善忽然捡起一枚蓝色的珠子，开口道：“找到了，真的是诱魂丸。”张平闻言不由好奇的。 询问道：“六魂丸，那是什么？闻起来还挺香的。”而刘思善则面露严肃道。 这是某个组织制造的，用来控制异化兽的道具。两百年前，明珠城还不叫明珠城，那时候它的名字叫珠城。统治这座城市的是一个家族，御兽朱家。说到这，刘思善的脸色瞬间就凝重了几分。朱家果然还是出现了。据说诱魂丸会散发出一种只有中低级异化兽才能闻到的独特香气，香气会引诱异化兽吃下。可你宝石的控制不同，吃下诱魂丸的异化兽会丧失理智，最终被强制驯化。但朱家如何控制这些驯化的异化兽，我们还不得而知。紧接着，刘思善就猛地将诱魂丸捏成。 粉碎这玩意不会被消化，放任不管肯定还会有异化兽被控制。找到了兔群暴动的缘由，刘思善立即开口道：“总之这次异化兽的暴动应该跟幼魂丸有关，我会跟总部汇报。至于是不是朱家所为，在调查清楚之前，你就老老实实跟我在城外修炼吧。”闻言，张平立马就绷直身板行礼道：“是。”刘思善见状，不由打趣道：“很有精神吗？”就在二人不远处的一棵树后，一名黑衣神秘人正悄然的躲藏着，听着二人的对话。刚刚还在夸赞张平的刘思善，忽然猛地转身，手上一挥，一道水元素凝聚。 而成的水箭瞬间激射而出，刘思善的攻击很突然，速度也很快。水箭在击中那棵树的瞬间，立即就被拦腰斩断。而不明所以的张平见状，立即就有些懵逼了。思思姐，怎么了？可刘思善却没有说话，而是直勾勾的盯着那棵断树，暗暗嘀咕道：“是我的错觉吗？”好半响之后，刘思善才收回元素之力，默然道：“没事。” 出手了，出手了！实力不详的刘思善终于出手了。就在刚刚，张平在好不容易解决掉一只子弹兔后，却意外遭遇了暴动的兔群。而张平在看到拾火者天赋储量已经见底后，他不禁心头一突，糟了，刚刚那一击把储量用完了。而密密麻麻的食水子弹兔不断涌出，无数双红色的眼睛正看着张平。显然，这么庞大的数量根本不是他所能应付的。当张平看到眼前那强壮无比、比一般子弹兔要大上几圈的子弹兔首领时，他顿时意识到情况不妙。紧接着，张平就连忙开始在身上摸索了起来。对了。 这点火元素储量还是能激活一下玉佩求救的。眼下这种情况，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才是最佳选择。不过那群子弹兔却并不打算就此放过他，在他转身逃跑的瞬间，就涌出十多只紧随其后。张平此时已然慌得一批，他连忙命令身体全力跑路，同时用仅剩的一点火元素去燃烧玉佩。虽然张平的速度不慢，但子弹兔却更胜一筹。仅仅片刻功夫，他就被子弹兔给拦住了去路。没办法的张平只好停下脚步。他在发现身后那群子弹兔也已经逼近了之后，不禁眉头一紧道：“不是吧，他们还懂前后 高超的战术吗？眨眼间，张平就被子弹兔给围在了中间。虽然这些子弹兔看起来人畜无害，但他知道自己这次麻烦大了。下一刻，数十只子弹兔忽然齐声发出一阵嘶吼，同时朝张平发射出具有强烈腐蚀性的石水。眼看自己是躲不掉的，他连忙蹲下身来护住头部，打算先用衣服撑过第一轮攻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坚实的冰墙猛然拔地而起，将张平身后的酸液给全部挡了下来。看到这面冰墙的出现，张平立马就激动的起身开口道：“果然是你，思思姐。”而刘思善也没有废话。 抬手就开始催动体内的水元素，他没想到子弹兔居然也暴动。眨眼间，被刘思善释放的水元素就形成了巨浪，哗啦啦的朝着子弹兔群奔涌而去。巨浪在刘思善的操控下，很快就轰然落地，巨大的冲击力瞬间就将兔群给冲散。刚刚还凶悍无比的子弹兔群，这一下彻底的慌了，被吞没在巨浪中，完全丧失了行动能力。紧接着，刘思善就猛地打了个响指，身上的元素之力再次被催动，原本奔涌的水元素在这一瞬间就开始迅速结冰蔓延，被巨浪吞没的子弹兔立即就被冰冻住。见此情。 张平顿时就暗暗骇然了起来，好厉害！刚才我光是对付一只就用尽全力了。见场面控制住后，刘思善这才开口道：“我才离开多久，怎么突然冒出来这么多？”而张平则两手一摊，无奈道：“我也不知道啊。”就在这时，不远处再次传出叽叽喳喳的声响，刘思善的脸色瞬间就变得不耐烦了起来：“没完没了，来多少只都一样。”话音刚落，刘思善的意念猛然一动，一柄由寒冰凝实而成的长剑瞬间凭空浮现。虽然兔群的数量巨大，但他也并没有一丝慌乱。 出现了，出现了！神秘的御兽家族朱家终于露出水面了。就在刚刚，刘思善在解决掉数十只子弹兔后，却发现兔子居然再次袭来。 可让刘思善意外的是，这些兔子却没有朝他发起攻击，而是不断冲撞着冻结子弹兔首领的尖兵，似乎是想要将他解救出来一样。见此情景，刘思善不禁暗暗思索道：“是因为那只首领吗？可是他应该已经死了才对。”完全不顾周围发生什么事，就好像被什么东西吸引一样。不过刘思善也没再多想，直接抄起武器就开始发动能力，释放元素之力。眼下正是收拾这群兔子的最好时机。不断冲撞尖兵的兔群一下子就沦为了靶子，冰剑所过之处都带起一条血线，脆弱的子弹兔根本扛不住刘思善的一剑，仅。 仅只是片刻功夫，密集的兔群就被刘思善给轻松收割掉。随后，刘思善望着那只被冰冻的子弹兔首领，暗暗嘀咕道：“如果我猜的没错，答案就在这只子弹兔的体内。”当即，刘思善就快步走到子弹兔首领跟前，伸手按在坚冰上解除掉元素控制，顿时那层坚冰就开始分崩离析，从外部开始崩塌消散。随后，刘思善就弯身在那堆碎冰中开始仔细翻找，似乎引起暴动的原因就在其中。好一会之后，刘思善忽然捡起一枚蓝色的珠子，开口道：“找到了，真的是诱魂丸。”张平闻言不由好奇的寻。 询问道：“六魂丸，那是什么？闻起来还挺香的。”而刘思善则面露严肃道。 这是某个组织制造的，用来控制异化兽的道具。两百年前，明珠城还不叫明珠城，那时候它的名字叫珠城。统治这座城市的是一个家族，御兽朱家。说到这，刘思善的脸色瞬间就凝重了几分。朱家果然还是出现了。据说诱魂丸会散发出一种只有中低级异化兽才能闻到的独特香气，香气会引诱异化兽吃下。可你宝石的控制不同，吃下诱魂丸的异化兽会丧失理智，最终被强制驯化。但朱家如何控制这些驯化的异化兽，我们还不得而知。紧接着，刘思善就猛地将诱魂丸捏成。 粉碎这玩意不会被消化，放任不管肯定还会有异化兽被控制。找到了兔群暴动的缘由，刘思善立即开口道：“总之这次异化兽的暴动应该跟诱魂丸有关，我会跟总部汇报。至于是不是朱家所为，在调查清楚之前，你就老老实实跟我在城外修炼吧。”闻言，张平立马就绷直身板行礼道：“是。”刘思善见状，不由打趣道：“很有精神吗？”就在二人不远处的一棵树后，一名黑衣神秘人正悄然的躲藏着，听着二人的对话。刚刚还在夸赞张平的刘思善，忽然猛地转身，手上一挥，一道水元素凝聚。 而成的水箭瞬间激射而出，刘思善的攻击很突然，速度也很快。水箭在击中那棵树的瞬间，立即就被拦腰斩断。而不明所以的张平见状，立即就有些懵逼了。思思姐，怎么了？可刘思善却没有说话，而是直勾勾的盯着那棵断树，暗暗嘀咕道：“是我的错觉吗？”好半响之后，刘思善才收回元素之力，默然道：“没事。” 男人在野外经过不断的战斗，终于展现出惊人的战斗能力。前不久，在幻光天幕布下的一周后，天长湖王子洛诗雨忽然就将生活在匠人街周边的天长湖全部召集了起来。可还没等他开口说话，灵珠城外却忽然传出阵阵轰隆的巨响，并且还伴随着异化兽的嘶吼。洛诗雨闻声立马就暗暗嘀咕道：“异化兽的暴动越来越频繁了，是黄泽明的手笔吗？罢了，不能完全指望那个人，我也要开始行动了。”紧接着，洛诗雨就散发出凛然的气势，开口道：“想必诸位都已经知道，近期人类找到了破除精神操控的。” 方法令我族伤亡惨重。过去的一周里，我发现被杀的同族主要分布在匠人街。你们生活在匠人街附近，很有可能会被当做下一个目标。我要你们一起弄出点动静，让敌人以为你们发现了端倪，想要逃跑，从而引他们提前出动。说到这，洛诗雨忽然爆发出恐怖的杀气，狞笑道：“我倒要看看对方到底是什么人。”与此同时，明珠城外的某处小树林当中，一群子弹兔正在吃着盐酸草，而张平却忽然从不远处跃出，手上的美人泪已然覆盖上了熊熊烈焰，目标赫然瞄准其中一只正在专心吃草的子弹兔。 他利用夜行者的效果，加上拾火者的火元素加持，很顺利的将子弹兔给一击秒杀。虽然附近的子弹兔因此陷入了暴怒状态，但张平却丝毫不慌，只因在这段时间里，张平足足刷了一周的兔子，在升到了六级的同时，他也已经完全掌握子弹兔的攻击模式已经弱点。子弹兔群每次在发现敌人后，都会先使用天赋能力拾水子弹来进行远程攻击。张平首先利用拾火者覆盖全身无伤化解他们的远程攻击，并且激怒他们。一旦子弹兔进入暴怒状态，他们就会将酸液覆盖全身，然后进。 近身肉搏，虽然他们身上的酸液能被引燃，但缺陷是燃烧的时间很短，没办法致命。但如果在引燃子弹兔后，再把赤炼蛇灵作为燃料，那么火焰就能一直燃烧下去，并且还会产生温度极高的范围性爆炸效果，起到群伤的作用。张平的作战计划很顺利，赤炼蛇灵被火焰燃烧后所产生的爆炸瞬间席卷全场，而浑身覆盖酸液的子弹兔群瞬间就被爆炸引燃，痛苦的嘶吼顿时贯彻全场。 极为难缠的子弹兔群瞬间就被张平给群体灭杀，而这一招张平也起了个很中二的名字“拾火者三位真火”。望着身后不断燃烧的兔群，张平的嘴角不自觉的就浮起一抹笑意。这段时间就收集了这么点蛇灵，这下全部用完了。这次一口气刷了这么多只子弹兔，应该能升级了吧？这群子弹兔果然没有让张平失望，他的等级提升到了七级，全属性提升一。由于越级击杀多名敌人，全属性额外提升一。目前个人属性：体力二十四，力量二十五，敏捷二十九，契约宝石等级加一。 效果提升至五级，L V 五效果待触发。男人意外获得的奇特珠子，竟连终极鉴定术都失败了上百次。就在刚刚，张平在剿灭兔群升级到七级之后，意外发现契约宝石的等级也提升到了五级。望着被召唤出的蓝色宝石，张平立即就兴奋了起来。 先前我以为契约宝石等级是和我自身等级同步的，可我连升两级到六级后，宝石依旧还是四级。原来只是因为契约宝石更难升级吗？不知道这次吃了会觉醒什么能力呢？希望会是战斗类的。随后张平就很熟练的将那枚契约宝石给丢进嘴里，而那群子弹兔尸体中的一只身上却忽然冒出一阵漆黑的能量，紧接着那只本该失去生机的子弹兔却忽然猛地睁开了双眼。而张平在吞服完契约宝石后，也很敏锐的察觉到身后的一状。他在看到那只子弹兔被诡异的能量包裹后，也不由一愣，紧接着那只浑身。 缭绕着黑影的子弹兔就猛然起身，张平的瞳孔瞬间就一缩，这家伙居然还没死。不过张平却丝毫不慌，很迅速的再次给匕首加持火焰缠绕，同时冷笑道：“来几次都一样，我已经和以前不同了。”紧接着张平就抄起匕首，率先冲出。可子弹兔却一改以往的作风，直接朝着张平扑了过去。见子弹兔张牙舞爪的想要撕咬自己，张平立马就开始旋转匕首，狞笑道：“直接正面冲过来送死吗？”下一秒，张平就对着子弹兔使出了直刺。可让他意外的是，子弹兔居然以极为诡异的扭转躲开了这一击。 而子弹兔趁机猛地张嘴，就是一发漆黑的能量射线。张平在躲开后，不禁暗暗嘀咕道：“什么玩意？难道是因为我干掉太多兔子而产生了冤魂吗？”想归想，但张平手上的匕首可不含糊，不论是冤魂还是鬼怪，他都不会放过。只见张平在飞速更替了位置后，手中的美人泪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飞速破开了子弹兔的躯体。等级已经提升到七级的张平，战力跟之前已经不是一个档次了。挨了这一击的子弹兔，这下是彻底不再动弹了。他身上缭绕的那层诡异能量也开始迅速消失。张平望着子弹兔的。 的尸体不禁陷入到了沉思当中。子弹兔什么时候会这样的技能了、啊？还是第一次见到啊！难道他也被诱魂丸操控了吗？一想到这，张平果断就开始挥舞匕首对子弹兔进行解剖。在一番寻找后，张平就从子弹兔体内取出了一个奇怪的珠子，还真的有东西啊！不过好像不是诱魂丸。为了弄清楚这是什么玩意，张平立即就对其使用了鉴定术。可鉴定出来的却是一连串的失败。在经过上百次的失败后，张平终于鉴定成功了。顿时他就不禁暗暗期待了起来。好久没遇见这么难鉴定的东西了，该不会是个宝贝吧？ 紧接着，一个提示框就出现在他跟前：“灵物精华，品质未知。灵物黑山羊储存在高碗里的力量精华，服下后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男人为了变强，竟将刚获得的高丸宝珠给生吞掉。就在刚刚，在经过一连串的鉴定失败之后，张平妈了，这奇怪的珠子绝对是他见过最难鉴定的东西。但他也因此产生一丝期待，难道这是什么宝物？终于，在无数次失败之后，张平硬是将这颗怪异的珠子鉴定成功。灵物精华，灵物黑山羊储存在高丸里的力量精华，服下后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在显示属性展开的同时，张平眼前浮现有关这颗精华的画面。只见一头巨大的黑山羊，浑身散发着黑色的雾气，而他对面则 站着数十头异化兽，为首的是一只巨大的异化野猪。在异化野猪的咆哮下，那群异化兽就朝明悟黑山羊发起了冲锋。而明悟黑山羊却毫不畏惧，浑身包裹着明悟也同样开始冲锋。双方的速度都很快。异化野猪很果断的使出猪突猛进，率先发起攻击。而明悟黑山羊也开始催动明悟使出技能杨林生息。在异化野猪撞上明悟黑山羊的瞬间，他的身体竟然化为黑雾，迅速散开。接着那团黑雾就直接穿过了异化野猪的身体，然后在它上方悄然凝聚，飞速凝实的明悟黑山羊趁着这个时机。 果断发起冲锋，那对尖锐的羊角直接轰击在异化野猪的腹部之上。但异化野猪的生命力极其顽强，在遭到攻击的同时，张嘴往上一咬，黑山羊立即发出惨痛的叫声。接着，黑山羊身上的黑雾竟然直接散开，并全都涌向异化野猪的鼻子里。迷雾在全部涌进异化野猪的体内后，立即就开始爆体而出，而黑山羊也因为失去迷雾导致失去生命，双方到此同归于尽。画面结束后，张平看着手中的珠子，顿时就有些犯难了。我有预感，这宝珠应该和风之宝珠差不多，是个珍稀道具，但怎么样？ 才能触发宝石效果呢，直接触碰没有效果，和上次觉醒不一样，难道真的要把这玩意吞下去吗？但一想到这珠子是明物黑山羊储存在高碗里的力量精华。 张平的脸色瞬间就难看了起来。问题是这东西是有点膈应人了。张平看着手中的宝珠，过去一幕幕忽然开始在脑海里浮现：学校里被月王子查房时生死不由自主，黑色密室里面对天长狐袭击，最后绝望的感觉，还有面对击杀苏静瑶的凶手时那种无力感。张平回过神来，看着孤高宝珠，心里不由自嘲道：若如蝼蚁的我，有什么资格挑三拣四吗？接着他就猛地仰头，闭着眼睛，果断将孤高宝珠吞入嘴中，好一会才艰难的咽下。下一秒，张平就感觉腹部传来一阵猛烈剧痛。 眼睛也在这一瞬间变得通红无比，接着他就感觉似乎有什么东西从胃部快速窜向大脑，突如其来的痛感立马让他止不住的发出一阵痛苦的哀嚎，同时他的汗腺开始有丝丝黑色的雾气缓缓溢出。 觉醒了，觉醒了！张平再次觉醒出超强的新天赋——明悟之体。就在刚刚，张平下定决心服下了明悟黑山羊的精华，但让他意外的是，在吞服之后，身体就忽然传出剧烈的痛感。面对痛苦，张平咬牙不发出声音，捂着头部瘫倒在地，整个人蜷缩成一团。隐隐约约间，张平眼中似乎出现了幻觉，再次看到了苏静瑶。但画面一转，苏静瑶就落入到了天长湖的手中，而那只天长湖正是当初张平在巡防队遇到的那只，是杀死苏静瑶的凶手。就在张平绝望之时，他却忽然听到。 苏静瑶的声音：“张平，答应我，不管遇到什么挫折，你都一定要活下去。”而此时，张平身上的疼痛感逐渐消退，他忽然猛地咬牙切齿道：“苏静瑶，你放心，在杀光那些狐狸之前，我绝对不会死的。”随后，张平就对自己使用了鉴定术。张平初级觉醒者，等级七，成长值六星，体力二十六，力量二十五，敏捷二十九，契约宝石 LV 五，额外效果已触发。明物之体初级，可通过吸收生物的恐惧转化为可操纵的明物，目前明物储量二十，没消耗一点明物储量，可生成具有当前等级百分。 之十攻击力和百分之十防御的实体名物，最多为百分之一千。张平看完名物之体的天赋介绍后，立即就陷入了沉思。这次的天赋是战斗类型的，攻守兼备，威力好像是和消耗的名物数量相关。随后，张平就敏锐的发现自己的成长值居然飙到了六星，他顿时就愕然了，成长值居然一口气涨了三颗星。名物之体这么强的吗？感受着体内所释放出的名物，张平闭着眼睛，无声的笑着，但笑着笑着，眼泪就流下来。他虽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露出这种表情，但他有太多的事想做了。那一只只让他。 恨得牙痒痒的天长湖，他早就想出手全都宰了，尤其是亲眼看到苏静瑶的人皮，那感觉每每回忆都如火灼心。张平有点分不清自己是不甘还是喜悦，亦或是难过。但显然的是，很快他就有实力为苏静瑶报仇了。就在张平愣神之时，一些路过的居民忽然来到他身后，开口道：“小兄弟，你没事吧？”他的同伴却劝阻道：“我们还是走吧，别多管闲事了，趁附近还没异化兽，赶紧进城吧。”闻声，张平的思绪立马就被打断了。正尝试使用明悟之体的他，立即就缓缓从地上站起，接着张平身上就开始。 是不断冒出明雾缭绕在他身边，显得诡异至极。就在张平想要解释自己没事的时候，那群路人瞬间就被他那副诡异的模样给吓跑了。而他的明雾储量也一下子就涨到了三十五点。当即，张平就将周身的明雾凝聚在掌心，细细感受明雾的作用。难道说我能吸收别人的恐惧转化为明雾吗？这明雾给我的感觉并不是真正的雾气，甚至连能量都不算。相比于黑山羊所操控的庞大明雾，我现在只能凝聚掌心那么大块的明雾。不过，明雾的形态我倒是可以根据我的心意做出变化，就是不知道威力如何。接着，张平就将。 将明雾凝聚成匕首模样，准备尝试一下明雾的攻击力。张平这次只使用最基础的一点明雾值来进行攻击，他打算先试试最低伤害。可让他意外的是，眼前的巨树居然轻易被明雾给砍断，他顿时就又惊又喜，只用了一点明雾储量就这么强吗？接着张平就开始不断操纵明雾对那棵巨树进行攻击，他体内的明雾储量瞬间就开始不断减少。仅仅只是眨眼间，那棵庞然的巨树就被明雾给切成无数块，从空中轰然洒落。接着张平就心念一动，消耗十点明雾凝聚成了一面盾牌，将洒落。 的木块全部格挡下来。张平在研究完明悟的作用后，立即就止不住的露出一抹笑意。可以切割，还可以抵挡攻击，这明雾的作用还真不少。利用得当的话，明悟之体将是我对付高阶异化兽的底牌。接下来先接续在扫除队的帮助下猥琐发育变强吧。 这个男人虽然觉醒了强大的新天赋，可却得到了一个让人担忧的情报。就在刚刚，待张平激情测试完明雾之体的具体使用效果的时候，刘思善忽然一脸急匆匆的赶了回来。还没等张平开口，刘思善就迅速冲到他的身旁，然后开始释放体内的水元素。可在一顿左顾右盼之后，刘思善这才开口道：“你遇到明雾异化兽了吗？它在哪？”这似曾相识的场景，瞬间就让张平想起了场景。接着，张平就将自己把明雾精华吃掉的事情如实告知。顿时，刘思善就露出了一抹骇然的神色：“你说什么？你把明雾？” 精华给吃了，张平，你是不是嫌命长？来历不明的东西都敢乱吃，你知不知道你差点就死了？张平感觉事情应该不至于这么严重，毕竟自己都用鉴定术看过了，但他还是挠了挠头，解释道：“没关系的，如果真的有问题，我可以命令自己吐出来。”而刘思善在连续好几次深呼吸让自己冷静下来后，这才开口道：“你凭什么认为可以吐得出来？”接着他就猛地凝聚出一枚元素水晶，转身严肃道：“你有没有想过，灵物精华有可能是寄生虫？”张平立即意识到刘思善想要表达的意思，顿时他就有点慌了。思思姐，你是说？ 我吃的那东西其实存在某种危险吗？见张平终于明白事情的严重性，刘思善这才沉声道：“灵物异化兽是一种来历不明的生物，它们没有具体的形态，一般会寄宿在某些生物体内。你所说的那只黑山羊和子弹兔，估计都是名物异化兽的傀儡。宿主死亡之后，他们就会钻入宿主某个器官中，等待下一位宿主。也就是说，你差点就被寄生了。”说到这，刘思善忽然顿了顿，再次开口道：“重点是名物异化兽能操纵它感染的对象。”张平闻言，瞬间就差点吓尿了。那不就是明物契约了我吗？但张平很。 很快就冷静下来，暗暗回忆刚刚觉醒的过程。我刚才吃下明悟精华时的激烈疼痛感，是因为明悟在抢夺我身体的控制权吗？一想到这，张平立即就将自己的猜测说了出来。 既然我没事的话，是不是就意味着明物寄生失败了？而刘思善却摇了摇头，沉声道：“不知道，你很特别，或许你体内也寄宿着一个怪兽，消灭了明物异化兽，又或许是因为你能做到对自己绝对控制，所以即使被寄生了也不受影响。”说到这，刘思善忽然露出一副残忍的表情，狞笑道：“总之，要是你发生了什么异变，我就只能亲手把你给斩了。”见刘思善那副杀气腾腾的模样，张平立马就被吓得连连后退，不断摆手表示自己错了。可就在这时，一只黑不溜秋的小蜘蛛忽然从一旁的树上掉了下来，而前一秒还。 气势汹汹的刘思善在看到蜘蛛的瞬间，立马就变了脸。紧接着，刘思善就一脸慌张地召唤出冰剑，同时发出一阵惊恐的叫声：“蜘蛛，有蜘蛛！”这个看起来高冷无比的女人，竟却比任何人都要关心张平。就在刚刚，战力强悍到令人发指的刘思善，竟然在看到蜘蛛的时候开始惊慌了起来。 为了驱赶走眼前那只小蜘蛛，他完全无视一旁的张平，开始疯狂挥出恐怖的水刀。没等张平反应过来，刘思善就猛地飞扑到他的怀中。好大的蜘蛛，快快把它弄走！见此情景，张平脑海中不禁浮起一幅幅画面，同时露出一抹怀念的笑容。还是那么怕昆虫吗？就像小时候那样。二人自幼就结识于孤儿院，并且孤儿院的小树林就是二人经常去玩耍的地方。每当张平将新抓获的昆虫拿给刘思善看时，他都会害怕到连连摆手。望着被刘思善拍飞的昆虫，张平立即就陷入了失落当中。 我新抓的朋友就这样被你吓跑了。可刘思善则安慰道：“傻小子，孤儿院那么多伙伴都可以成为你的朋友，你为什么要抓虫子当朋友啊？”但张平却摇了摇头，一脸的不开心。他们总有一天会离开孤儿院的，那时我该怎么办？刘思善却忽然一把将他抱住，安慰道：“思思姐答应你，不管以后发生什么，我都是你的朋友。”也就是从那天开始，二人就成为了真正的好朋友。直至刘思善离开孤儿院为止，张平想着想着，就不自觉的跟年幼时一样，将刘思善拥入怀中。猛然惊醒的刘思善立即就有些不知所措的将张平推开。 慌乱道：“干嘛抱我这么紧呢？”接着刘思善就连忙轻咳两声，果断转身再次告诫道：“张平，在野外任何来历不明的物品都包含着未知的风险，世上就没有免费的午餐。虽然这次你可能侥幸逃过一劫，但今后面对类似的物品一定不能放松警惕。”说到这，刘思善忽然猛地转身朝张平嫣然一笑，道：“这一点你可要好好的给我记住了，绝不能再犯。”见刘思善还是一如既往的关心自己，张平顿时就不自觉的露出一抹笑意。一直以为思思姐加入扫除队后性格变得高冷，跟我关系疏远了，现在看来。 其实他一点都没变，依旧像以前一样对我关心照顾，只是不愿意表达出来而已。就在张平愣神之际，刘思善腰间的通讯器忽然响起滴滴滴的声音。闻声，张平立马就朝着刘思善望去。而刘思善在跟那头通讯完之后，忽然露出一抹骇然的神色。在挂断了通讯后，刘思善忽然猛地转身道：“我的调查任务和你的特训要暂告一段落了，我们要动身返回明珠城了。金波组长受到天长湖攻击导致重伤，我必须马上回城支援。”见事态如此严重，张平连忙跟上脚步询问道：“居然连他也受伤，为啥我们不？” 求助城外调查队或其他城支援啊！可刘思善却摇了摇头道：“那样会打草惊蛇，而且城外的世界比较复杂，我路上和你解释吧。”